包文辉出席委员八元语助法定人数。我们开会哈，那先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的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31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2时5分，11月2日星期三上午9时1分至下午13时16分，11月3日星期四上午9时1分至下午18时43分，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适应等12人，列席委员陈怡杰等37人。列席人员：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曾焕栋，主席罗昭济委员质证。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10月31日星期一，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防部及所属主管收支机密部分，不含国家安全局部分。本次会议采报告及处理秘密询答先秘密后公开方式进行。国防部部长冯世宽报告。委员王定宇等7人质询，均由国防部部长冯世宽、主计局局长陈国胜、政治作战局局长温正国、军备局局长何安济、国防采购室代主任黄希如、通讯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次长李廷胜、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瑞、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冠群、军事情报局局长刘德良及飞弹指挥部指挥官谢家康等及其答复。决议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国防部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二，委员吕玉玲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三，机密部分审查结果密略。11月2日星期三，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防部及所属主管收支公开部分，或含国家安全局部分。国防部部长冯世宽报告，委员蔡适应等17人质询，均由国防部部长冯世宽、主计局局长陈国胜、税计处处长谢其贤、政治作战局局长温正国、军备局局长何安济、战略规划司代司长许朝明、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振奇、国防采购室代主任黄希如、人事参谋次长室次长徐衍璞、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江振中、后勤参谋次长室次长向永强、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次长李廷胜、训练参谋次长室次长陈晓明、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瑞、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范大为、陆军后勤指挥部参谋长陈生在及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冠群等及其答复。决议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国防部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11月3日星期四，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防部及所属主管收支公开部分，不含国家安全局部分。决议一，公开部分审查结果，税入部分不含国家安全局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71项国防部第一目赔偿收入10000元照列。第72项国防部所属第一目罚金罚款及代金无列数。第二目没入及没收财物24,742,000元照列。第三目赔偿收入3,2,451,000元照列。第三款规费收入第62项国防部所属第一目使用规费收入285,500元照列。第四款财产收入第87项国防部第一目财产孳息无列数。第88项国防部所属第一目财产孳息1,9,671,000元照列。第二目财产售价无列数。第三目投资收回无列数。第四目废旧物资售价2,2,703,100元照列。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四项国防部所属第一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7,4448,000元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84项国防部第一目杂项收入第二节其他杂项收入原列61万元增列39万元改列为100万元。第85项国防部所属第一目学杂费收入5,561,800元照列。第二目杂项收入23,5,187,000元照列。税出部分不含国家安全局部分。第九款国防部主管不含机密部分。第一项国防部原列16,565,8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49,560,000元
含基本行政工作维持200万元及项下人事费之奖金100万元，业务费之特别费15万元，一般事务费100万元，物品50万元及水电费36万6千元。以上科目除特别费外，其余均自行调整。第二目，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项下战略规划及国防评估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列545万6千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6亿020万元，20万2千元。本项通过决议四项。决议一，结论：有鉴于日前国家安全会议重新评估并提议 E-3C 反潜机移编回海军运用，原就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原列4亿1077万8千元中冻结1000万元，四国防部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决议二，国防部106年度单位预算第二目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冻结2000万元，四国防部就下列个案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个案内容如下，请参阅，并请翻至第12页。决议三，国防部106年度单位预算第三目一般科学研究冻结1亿5千万元，含秦阳专案冻结1/2。四国防部于106年4月底前，就下列个案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秘密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个案内容如下，请参阅，并请翻至第15页。决议四。结论：有鉴于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之瑞渊无人机系统，号称性能优良，甚至传闻有国外买家欲向我国购买，然自该系统实装使用以来，有发生无人机失踪事件，原针对岁初第四目科技专案项下中科院科技专案之奖补助费中，对国内团体之补助冻结100万元，四国防部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二项，国防部所属简列第一目军事行政1720万5千元，一国防部所属100万元，人事行政100万元，官兵权益保障作业5万元，行政事务200万元。二陆军司令部军法及法制作业20万元，军事医疗作业项下业务费之国内旅费10万元及政战综合作业100万元。三海军司令部情报及测量作业项下业务费之一般事务费、设备及投资项下杂项设备费100万元，采购及外购军品作业50万元，督察作业50万元，政战综合作业50万元。四空军司令部人事行政100万元，情报及测量作业100万元及政战综合作业30万元。五后备指挥部国会联络项下业务费之一般事务费3000元及政战综合作业项下业务费之一般事务费1000元。六宪兵指挥部政战综合作业项下业务费之通讯费1000元。七政治作战局政战综合作业300万元。八军备局情报及测量作业项下业务费之军事装备及设施国内旅费50000元。九军医局100万元。十参谋本部人事行政项下业务费之一般事务费100万元，行政事务项下业务费100万元。十一国防部电讯发展室情报及测量作业100万元。以上科目均自行调整。本项通过决议13项。决议一，国防部所属106年度单位预算第一目军事行政项下官兵权益保障作业冻结100万元。四国防部就下列个案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个案内容如下，请参阅，并请翻至第18页。决议二，国防部所属106年度单位预算陆军司令部第一目军事行政项下政战综合作业冻结1000万元，四就下列个案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个案内容如下，请参阅，并请翻至第20页。决议三，结论：海军司令部106年度于一般装备业务计划编列各项军事装备购置计划达34项，其中属106年度新增者计13项。原针对海军司令部第一目军事行政项下主计作业，原列303万1千元中冻结1/4，四项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决议四，
国防部所属106年度单位预算海军司令部第一幕军事行政项下政战综合作业冻结300万元，自就下列个案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个案内容如下，敬请参阅，并请翻至第22页。决议五结论，有鉴于空军现有13架 S-70 型海鸥救护直升机多达30年受限，恐影响飞行安全及后续救护任务，遂于106年度预算书中未见空军司令部对该型机有延寿或换装规划，原就空军司令部军事行政原列4亿4153万9000元中冻结2500万元，四项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决议六结论，近期国军发生近起官士兵轻生遗憾事件，为了解军中政战心辅作为之成效，精进加强官士兵心理健康，原就空军司令部第一幕军事行政项下政战综合作业之业务费中之一般事务费原列1364万3000元中冻结136万元，四项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决议七，国防部所属106年度单位预算政治作战局第一幕军事行政项下政战综合作业冻结500万元，四就下列个案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个案内容如下，敬请参阅，并请翻至第24页。决议八结论，有鉴于灾害防救法中规定，国军部队在灾害防救方面依法是扮演支援或协助角色，国防战备事项方为其本务，原针对主计局第一幕军事行政项下主计作业之业务费原列3078万5000元中冻结500万元，四项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决议九结论，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军医局军事医疗作业项下人事费1亿7976万2000元，现行基层部队军医人力短缺严重影响基层连队官兵健康及医疗救护，损害部队战力甚巨，原就军医局军事行政项下军事医疗作业之人事费冻结500万元，四就军事医疗体系与医疗救护人力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决议十，国防部所属106年度单位预算军医局第一幕军事行政项下军事医疗作业之业务费冻结100万元，四国防部就下列个案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个案内容如下，敬请参阅，并请翻至第26页。决议十一，国防部所属106年度单位预算院检单位第一幕军事行政项下军法及法制作业冻结100万元，四国防部就下列个案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个案内容如下，敬请参阅。决议十二结论，国防部参谋本部之军事行政中人事行政部分查国防部推行业务简化工作，但物品一般事务费国内旅费却异常增加，用途不明，是否沦为单位留用之裁员未有说明，不利立法院监督，原要求国防部在预算编列时应名列退伍旅费项目并专款专用。决议十三结论，请翻至第28页。国防部参谋本部之军事行政中采购及外购军品作业费部分原针对第一幕军事行政项下采购及外购军品作业费增加之国外旅费，仅能用于赴任驻美军事代表团人员川费、搬迁费等，不得挪用。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国防部及所属主管收支公开部分，不含国家安全局部分，另择其再审，含保留委员吕玉玲等三人提案第 B40 案。以上宣读。请问一下，我们在场的委员对这个议事录，有没有遗漏跟有没有错误的地方？好，那没有，我们就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竹率相关情报机关首长提出国家情报工作暨国家安全局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我们在场的委员，罗志正委员、蔡适应委员、刘世芳委员、王定宇委员，还有林长佐委员。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场的与会人员：国安局的彭胜竹局长，还有王德林副局长。
周美佐副局长。啊，周美武，拍谁啊？老花。啊，国防部的宪兵指挥部的许昌指挥官，情报局的刘德良局长，电信发展室的刘德金主任，军事安全总队的刘宁龙总队长，内政部警政署的周文科副署长，内政部移民署的何荣春署长，法务部调查局的李长明副局长，还有行政院的海巡署的胡义刚副署长，因为今天的议程哈是我们国安局的业务报告部分哈，那因为有机密的部分，所以我们先行来报告机密的业务，所以不好意思在场的媒体哈，那我们要清场，好，请大家配合一下，我们要清场，请助理也先行离开哈。
谢谢招委啊，麻烦彭局长，请彭局长。委员好，哎，局长早，你现在就任到现在多少天了？第13天，第13天，业务都娴熟了没？还在努力中。不，今天你因为才到职13天哈，如果业务方面不熟悉的部分，这个各业管主管就自动上来支援了哈。我先请教第一个问题哈，我这边有一些资料是有关共谍案的部分，那我们发现呢？在过去这几年，共谍案呢，多数被办到甚至于起诉的，超过90%以上都跟军方有关。可是就我的理解，事实上，共谍要渗透的话，非军方的防护力是比较差的。好，那身为国安局，当然你是负责整个情报系统哈。就你了解，我们现在台湾非军职的，比方说陆委会，比方说警政署。比方说外交部，比方说地方政府，有的牵涉到跟中国之间的谈判，有的牵涉到地方的交流，有的牵涉到政策的拟定。可是本席比较遗憾的是，过去这几年来，军人担任共谍当然该死，当然是不应该。可是我绝对不相信军人对共谍的抵抗力低于一般的民间的我们一般的公部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们根据侦办的案件呢，这个中国对我们这边的渗透呢，我们查获的案件非军人体系的，不管是国防部或者军方，那个比例低到一成以太低太低。大概我看到几个，大概就警政署、调查局各有一个，其他都不多哈。所以就你目前的了解，我刚才看到你报告的第五项哈，特别有针对中国对台湾渗透相关的作为。就国安局的了解，中国对台湾的渗透，非军方的政府部门、相关基金会等等，有还是没有？状况有没有比军方严重？就你的了解，可以回答，请你回答。中共对我们，中共对我国的渗透啊，不是看军方或者是非军方，他是看他的需要嘛，他看他的需求。而且他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会尽他所能的想要达到他的目标来渗透。因为在军中他的罚则也比较重，军方的保防教育其实也比较严谨，所以目前我们对非军方的共谍是调查局在办嘛，应该是调查局在负责侦办嘛，那为什么都没有办出来的效果？就95%以上是军人。我刚才讲军人如果当共谍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应该要严办。可是我怎么都不相信你刚才讲的，根据中共的需求来渗透，他渗透也没有什么分军方非军方，而他跟我们密集交流接触的点，非军方的多太多了。以张显耀案来讲，他最后不成案，可张显耀是非军方的，所以这边是不是就你了解或者调查局这一边哦，兼副局长在这里，为什么都没有非军方的公部门相关的案情？是真的没有？还是没办，还是标准比较宽松。要向委员报告哈，您刚刚所讲的可能性哈，各个地方政府啊，配合我们还有我们的国安情治单位啊，都还在做执行调查当中。局长，几年过去了，是我在那边 有一个，当然是机密，我不讲了。里面我们看到查办的真的是95%都是跟军方有关的。那照你刚才的逻辑。刚才报告的内容，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是无所不用其极，根据他的需求，而且没有分什么军跟非军的话，怎么可能会95%对5%的比例？所以显见的是，我们对于非军事部门的 防止渗透的查，事实上是有疏漏的、哦。谢谢委员的提醒。您这一方面啊，我想我做这样的报告啊，因为国军呢、啊、在整个保防的工作上面，他的力道是比较强的，那么所以对于他现役的或者是退役的人员，都有相关的一些训练跟要求。局长，你这样讲法就是调查局失职哦。不是，这个事实上我刚刚跟委员报告，有很多的案件呢、啊、还在侦查中，那侦查中的案件目前我们不宜太过渲染。局长，我讲真的啦哈，这个部分其实我不是讲现在这几年过去了，
我刚才看的那个比例是这几年查办的案子哈，所以我是觉得该负起责任的部门要负起责任，否则你这边军方拼命查，非军方的部分都放在那里，事实上国家安全是不可偏废的。那就国安局这边了解，中共有没有经援台湾的政党、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或相关组织？你方便回答就回答，不方便回答，我们这个是公开会议了哈。如果需要私下报告，我可以接受，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帮派、对台湾的政治组织、政治团体、政治个人，有没有提供金元资金的协助？你们有没有掌握这部分的情资？有还是没有？到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委员有了解的必要的话，我们希望在会后能够私下跟委员做报告。这是两个面向，一个是有或没有，第二个才是谁、如何、怎么处理。你如果说没有的话，会离开常识有点距离，所以我可以接受你把细节我们私底下报告，但是这个部分一定要掌握。是，我跟委员报告是目前我们有掌握到一些状况。 OK， 所以你们有掌握一些状况，所以我可以接受你们掌握状况的报告，私下报告。因为我们是自由开放民主的社会，大家公民竞争，想法不一样，再怎么激辩我都觉得应该互相包容。和后面如果有一个看不见的手用资金金元去提供协助的话，他就是利用民主在反民主，利用我们的游戏规则在颠覆我们的国家。所以这个部分本席也提醒你们要注意。那你们有掌握的情资这边不便报告，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们私底下要了解。但我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列为机密，因为牵涉到不同团体之间的竞争，我也不认为这边应该讲出来。第三个部分我要请教的是，这个总统的这个官邸现在代号还是永和嘛？是。那原来现在在新北市那个也叫永和啊？好，我不是说地名了，我讲的是代号。是。这样会被混淆。是。是不是能够请我们的副总？没关系，相关业管需要资源上来讲，就上来说。蔡总统他原来住永和，对，所以他这次他的官邸也以前有中兴有玉山嘛，我现在就说他现在代号叫永和嘛。是的。那所以现在他自己住在民宅的部分叫永和，那现在移到官邸的部分也叫永和。他原来住永和那边是因为地名的关系叫永和。叫永和。他现在搬到崇明南路那个地方是正式是永和官邸。哦，所以永和官邸在这边，是的，不要混淆就好了啦。是 是, 是。但是我现在要请教，就听说是今天正式入住嘛，正式搬进来。哦，这个是配合总统第三局办理这个，所以是今天。这个是总这个是总统第三局来主办，我这个当然了。但是安全维护我们安全维护一定要通知你们，不可能他们搬走，你还不知道嘛？安全维护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今天已经搬进去这个永和会这个永和官邸了。他也是进进出出，经常在住这边。那现在在针对这个总统官邸的维安的部分，当然陈情抗议那个不可免了，那一定会有。然后有没有特殊安全上的顾虑？有没有这样的情资？我们现在说安全，大概所有的我们所想到的状况都已经大概想到了。所以说在重新拿入官邸啊，包含他现在的官邸都我们都已经把他警卫部署都部署完毕了，包含所有陈抗区都已经完。那说我们现在新北市那一块就已经撤掉了。因为他现在没有去新北市，所以就是正式搬进来住了嘛。是是 是, 是。对，你这样等于就证实了嘛，还绕一个圈圈。是 是, 是。那我现在问的是，我举个例子了哈，像空拍机这个东西，我上次也问过其他单位哈，像空拍机的抗议或空拍机的骚扰或空拍机的维安的部分，我们国安局这边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方法？有还是没有？跟委员做报告哈，有关空拍机啊，民航局啊，事实上已经对遥控无人机啊，它有相关的法规定出来，它有它的限制。那这个里面包含了渤海特区，还有军事要地，那是法规的限制嘛？法规技术面的处理，你们现在有没有能力处理这一块？技术面的话，我们是当然是加强这个。警卫地区的这个人员的搜索，上次你们王副局长代理备询的时候，我有提过这个东西哈。日本、法国、西班牙、英国都有针对空拍机的维安，甚至于反恐，提出一定的处理跟标准。现在总统既然今天已经正式搬进永和了，那我觉得一般的陈抗，我们要加以容忍跟包容，安全的维护当然要最高的标准。
可我看特别点这个空拍机的部分，就是说欧洲的安全会议都特别提出空拍机可能是未来新形态的攻击，那陈情抗议可能也会用。那我们法律限制归限制，但你们的技术面，日本的警视厅他们有采取一些科技的反制作为，甚至于拦捕网的做法。那我们台湾的目前现在对总统的官邸、对特定的区域、未来对世大运，你们对空拍机到底有没有一套反制或管制的办法？目前呢、啊，我们除了我们加强我们的所谓的警卫跟侦查之外，我们会扫描无人机的遥控的讯号，来发现它有没有可能会有潜存的这种升空的情形。局长，这个部分你们再准备好一点了，因为这个我问过你们副局长哦，你们现在这样答案其实是不周全，好、哦，还不周全，就是说在安全维护跟自由保障之间，科技的运用。法条的适用，这两个事情你们都要想清楚。我最后一分多钟，我要请教，美国总统大选即将要揭晓了哈，我们国安局这边有没有相关的评估？不同人的当选对台湾的冲击，克林顿当选或者川普当选对台湾的冲击跟影响，你们有没有评估这个？谢谢委员刚才的提醒。那对于您的问题啊，我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回答。事实上，美国两党啊对台湾的政策基本上都是秉持着这个不，但是对对，至少他们两个在政见发表上对亚洲的态度、对中国的态度、对反恐的态度、对军售的态度、对 TPP 的态度其实是有不同的、哦。不，他们的基调哈，两党的基调都是相同的。但是如果是克林顿当选的话，他可能会比较沿袭他过去整个政府现行的一个政策来执行，但是对于川普，我们对他的个人的个性呢、啊、比较不确定。那么对台的一个政策、啊，会不会有一个些不确定性呢、啊？我们你的不确定性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这个都很难说，有正向有负向。不，你们有评估嘛？哈，有评估。你这样，因为你刚才这样讲起来，听起来哈，你会比较倾向好像是希拉蕊当选比较稳定哦。这个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立场，因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是，民调的平均状况是这两个人都在非常接近，是在误差值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这边我实在不想为难你。我如果你觉得谁会当选哈，因为那个很快就要开讲了，马上就知道了。不过你今天我们刚才谈到的，特别对中国有资助台湾特定团体、政治团体等等，你们有这样的情资的话，会后要跟我报告。然后另外对总统今天正式搬进官邸，相关的维安，特别是一些新形态的方式，我觉得国安局这边要加强去统。我刚才讲的科技的应用、法条的适用，在保障民权跟保障安全之间的平衡点，我提醒局长，因为你新就任十几天，这个部分可能要多用心一点。谢谢主委，谢谢。谢谢委员的提醒。请江启臣委员。好，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局长。请彭局长。委员好。局长好。首先恭喜你啊，这个520之后啊，你大概是最后一个啦啊，这个在内阁里面啊上任的啊，拖了五六个月之久啊，所以导致过去五六个月啊，我们发觉蔡总统在面对很多国际议题、两岸议题的时候，好像少了国安局的一些资源啊，或者正确的一些情报啦、资讯等等，让他做一个好的评估啊。那当然过去你也没有，并没有待过这个国安局的啊，没有嘛？没有。虽然你有待过那个情报局啊，是，但是国安局跟情报局还是差异很大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在希望你赶快能够进入状况，熟悉整个国安局的业务啊。那国安局业务包山包海啦，啊，不过你刚刚的这个秘密会议的简报当中，当然也概括了，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两岸的都有啊。我先请教一下局长啊，既然你过去也在情报局工作过，在国军担任过，两岸的议题你应该不陌生。
过去这五个月以来，啊，你可以用什么来形容两岸的现状吗？你会简单概括跟我们讲一下两岸的现状是怎么样？你现在所了解的两岸现状，如果总统问你说，你给我报告一下两岸现状，你用八个字、用十个字或用二十个字，能不能概述一下两岸的现状？报委员，如果您要我概述的话，我用外弛内张。外弛内张是什么意思？看起来好像这各方面我们中共对我们的态度是保持在520之前的一个状况，但是事实上他做了很多的对我方的压迫调整。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这个就是他我所谓的内。所以你刚刚点到了一些重点，也就是说520前后的两岸关系实际上是做了蛮大的改变，对不对？只是说有些是表面上好像没什么改变，但是背地里进行了一些调整。外弛内张，那这个外弛内张的状况底下，我想当然目前两岸从过去这个相对和缓到现在有一点进入冷冻甚至紧张的关系啦。我想国安局你们应该也有注意到，你们报告里面当然也多多少少提到啊，所以这是不是代表说其实两岸之间蔡总统所讲的维持现状，实际上现状已经改变？你同不同意？谢谢委员的指导。我们也注意到这方面的的确确在有些官方的对话上面来讲，他已经停止，已经不再进行了嘛。所以其实所谓维持现状不是单方面能够做得到的啦。你要主张维持现状必须要双方面的甚至多方面的，否则那个现状是没办法维持，就是说现在的现状跟520前的现状是完全不一样的现状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必须先确认啊，那这个才有办法来解释说为什么过去这几个月、这五个月当中，台湾的国际参与，不管从 WHA 之后的我们在南海上面遇到的挫折，然后我们在国际组织上面，包括 ICAO， 包括前两天的 Interpol， 包括未来要办的第22届的 UNFCCC。其实都出现了状况，也出现了过去不一样的现状。所以局长，我请教一下，这个现状会不会更差？在官方交流的部分呢，我个人所看到的情况应该是会更严峻。更严峻，所以两岸的官方交流会更严峻。是。那我们的国际参与会不会更严峻？我们国际参与的部分呢，我相信他对我们原来已经是会员的部分呢，他会维持，并且维持让我们继续参与，但是在态度上面他会更严格的要求我们要遵守，像 APEC 是不是这一类的，他会更严格要求我们要遵守。那对于我们没有会员的这一些，或者我们想要申请做观察员，或者过去我们用一些特殊身份来参与的这部分，就有可能受到限缩了嘛？这要看他对我们的评估，看是不是对两岸有共同利益的，他会考虑。什么叫共同利益的？你说 Interpol 没有共同利益吗？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啊，国际刑警组织这个共同利益啊 ，UMSCC 也有共同利益啊，对不对？气候变迁怎么会没有共同利益？这些都是过去在马政府时候所主张的功能性议题。联合国向下的功能性议题、功能性组织，我们主张有意义的实质参与，这是过去我们希望达到，我们也做到了。可是现在他连这一种功能性的组织都要封杀你，都要围堵你，都要打压你，怎么办？向委员报告，基本上他是考量的是对他有利的为主。对他有利，对他有利的为主。所以对他有利，我觉得在功能性议题上面，这不是说对他有利就要打压我们，而是在政治上啦，我觉得这还回到政治议题啦，对不对？虽然功能性的组织，但是还是在政治上，两岸的政治上面去做了一个决定啦。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局长，两岸这一块既然现阶段感觉上蔡政府也走不通啦，美日帮了我们什么忙？美国跟日本帮我们什么忙？这个号称这最挺台湾的啊，我们现在也一面倒，我们跟他亲美亲日啊，帮我们一些忙嘛，帮我们讲一些话嘛，想办法让我们成为观察员嘛。美日替我们做了什么？
就目前来看，在这个刚刚委员所提到的，不管是这个 Interpol 或者是UNFCCC， 他们的确确是在还有 ICAO， 还有 ICAO， 他们都表达了希望我们参与的这种表达。局长，我跟你讲，过去他们也表达过。所以当我看到美国跟日本，不用讲，日本连发个声明都没有了。美国他的国会或者行政部门相关的声明都是以前发过的了，就算没有发也都在讲过，或者在不同场合去表达对台湾 的支持参与。可是问题是在目前的状况有办法帮我们解套吗？我们要的是实质的，我们要的是有意义的帮我们解套，我不需要你的口惠嘛，这叫口惠而实不至，就 lip service， 嘴巴讲一讲，但我们可能要付出其他代价。日本准备要讲一讲我们要开放福岛食品，美国讲一讲我们要开放美猪，我们拿健康去换这些东西值得吗？然后他们只是嘴巴讲一讲啊，你不能参与是你的事情，我嘴巴讲完了，我已经 lip service 给你的，我口惠给你的，这个是目前我们外交上最大的败笔，就是别人嘴巴就应付你，我们却要拿实质的东西来交换这些嘴巴上面的应付，这我们绝对没办法接受。所以局长，从国安局的角度，你们可以给总统什么建议啊？给国安会什么建议啊？这个要有策略啊，不能老是说不能去就出来开个记者会讲遗憾啊、难过啊，对不对？难道要跟网红那个一样吗？难受香菇吗？对不对？不能这样。我是觉得说一定要有策略，不然这样子的难过跟遗憾，我不晓得我们还要到何时。美日也不够硬啊，要挺台湾也挺得不够硬啊，南海议题被他摆了一道啊。你看菲律宾，菲律宾最后跳起来说我跟美国分道扬镳，他搞他自己的。当然台湾 不是菲律宾啊，可是我们好歹也运用一下我们的筹码吧。所以局长 你们好好研究一下，或许有些话你不方便在这里讲，但是你们应该给国安会跟总统啊比较有策略性的建议啦，否则他聘用你任命你这个新局长不会有任何差别的。局长，我不是说不看好你，但是我希望你做有意义的建议啦。再过来美国总统大选，这个是另外一个挑战。局长明天就要开讲，对不对？请问你们认为谁的几率高？你不方便讲，我知道了，因为这涉及到人家内政的事情。但是你们总要有评估。可是我要跟你讲是其实有几个国家都抓了一弹你知道，日本很担心川普当选墨西哥更是抓了一弹。日本说川普当选是噩梦墨西哥说这是暴风雨的确，其实对这几个国家。不止这几个国家，你知道他今天还点名，川普还点到台湾说台湾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跟那个墨西哥也一样所以川普如果当选之后，对台湾怎么办？我们的因应是什么？希拉蕊当选，我看也还不到哪里。对台湾来讲，为什么？因为川普虽然说推 PPP， 之前 他在位的时候，现在当。在选举的过程，他反过来反对 TPP， 那川普不用讲了，川普到时候是整个切断跟国外的这些自由贸易，他是孤立主义嘛，他是保护主义嘛，他是门罗主义嘛，对不对？他甚至主张跟俄罗斯交往啊，所以未来如果川普当选，你会看到一个很好、很特别的国际关系，叫做美国、俄罗斯跟中国连在一起，然后再加一个小国菲律宾。台湾呢 ？Where is Taiwan？ 明天，所以你们应该把这些剧本都写好 ，scenario 都要写好给总统那你说，希拉蕊的几率就比较高吗？或许现在表面看起来比较高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希拉蕊当选也不知道。那就算希拉蕊当选，我请问希拉蕊要考验你台湾的决心你要不要拿美猪来换 TPP？他虽然当选的短期内他不会马上推 PP， 跟当时的 NAFTA 一样，可是一年后他还是民主党，
他还是会推自由贸易，他还是回到亚洲，他还是推 PPP。台湾，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拿美猪，我们要拿瘦肉精、美猪来换 TPP 吗？对不对？新任的 AIT 主席莫瑞自己讲，这个台湾要加入 TPP 啊，那就要考验你们在美猪上面的决心了，这讲得够明白了吧？所以局长，这都是你眼前、明天、以后的考验，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讲那么多，是，谢谢委员的提醒跟指导，我们会针对这部分去详加的研析。你希望谁当选？鲍委员，这两，我套用一句美国人自己讲的话，这个两个总统是选这两个总统是一个是用枪自杀，一个是上吊自杀，这是美国人自己讲的话。那对台湾呢？对台湾的话，我们就面对他们自杀的总统，会让人民自杀的总统。刚刚固然是一个玩笑话，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两个党对台湾的政策，基本上它是维持三中跟台湾关系法来继续来执行的。没有错，或许这两个不论谁当选，在台湾关系法上面跟他的一中政策不会有大幅度立即的调整，但是我必须先提醒局长啊，现在的世界没有那个固定不变的事情啊，现在的世界明天的未来什么事都可能改变，所以请你们做好准备啊，明天投完票，美国总统选出来，不管是川普跟希拉蕊，我相信对台湾都是全新的挑战，对你国安局来讲，你们业务绝对会加重，好不好？谢谢委员的提醒。请蔡适应委员。主席能不能请我们局长就备询台？请彭局长。委员好。局长，我想首先请你再重新说明澄清一下哦，这个我们国家政府对于美国总统选举的立场是什么？是美国人讲的那个话吗？应该不是吧？你要不要再重新表示一下我们国安局正式的态度，或者我们国家做这个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两个候选人，目前在这个平均值方面都是相差的很少，而且是在一个误差值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很难判断他会是哪一位当选。OK， 那什么谁自杀谁自杀，这不是你的立场吧？不是，我刚刚跟委员报告很清楚，这是美国报纸上面的。OK， 跟我们没有关系，要讲清楚，我怕大家把它截取变成国安局局长你的立场就糟糕了哈。好，来，第一个哈，我要先问一下国安局自己业管的，就总统坐车的部分哈。这个总统坐车的部分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原因是因为哈，到目前为止，小英总统的坐车，总统的坐车完成了没有？弄好了没有？目前我们都是按照现行的这个车队来执行的。没有，就还没弄好嘛？那个是不是还在招标？招标了没有？我们总统坐车招标了没有？鲍委员，这部分能不能请我们的特可以你说嘿来招标了没有？没有。嘿，预算是编在明年。好，预算编在明年哈。为什么要再问这个问题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啊，2008年那一年呐、啊，总统坐车啊，在他就任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你们自己写的啊。国安局官员表示啊，为准总统马英九采购的全新防弹座车目前已备妥，一旦马英九宣誓就任就可以启用。这是2008年，结果2016年啊，
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要推到什么？有这个是预算中心给的，要到明年的十一月才能完成、啊、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同样是总统的坐车，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没办法跟2008年一样，如期如职的把总统的坐车处理完毕呢？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谁可以来说明一下？好，委员可不可以请？好，可以。委员，这个总统坐车它分两部分，就是今年买的这些车子是去年编的预算，就是买了总统。那是车队嘛？对，车队。我知道啊。总统、副总统的那个叫。我了解嘛？我在意思说，为什么总统个人的这个防弹坐车要拖到明年才完成？2008年的时候也是拖了一年多才完成的吗？没有啊，根据我的了解是当年度就完成了啊。那为什么马英九比较重要，小英比较不重要，还是怎么回事？还是2008年的时候，国安局局长有预先知道、预判，所以该做的行政义务都完成？2016年的国安局局长就拖拖拉拉的，反正慢慢来。这个实在很严重啊！好，我想局长，因为你是新就任哈，我想未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好，四年一次的总统任期，八年一次的总统任期，我认为对于总统，不论谁当选，维安都是非常的重要的，不能再拖一年多，这太危险了、啊。好，接下来问一下 APEC 哈，你们有没有掌握到 APEC 的议题？有没有？APEC 谁负责的？APEC 的议题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掌握？我没有注意到。有吗？哈，好，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各位知不知道？我想国安局有没有收到情资啊？我们要去参与 APEC 在秘鲁举办嘛，对不对？是。我们很多的人员在那边订饭店呐、啊，他的国籍是台湾还是中国？知道吗？你们哪一位可以回答？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媒体啦等等到那边去订饭店啦，他把你的国籍是写 China 还是写 TW？张亚宝，是不是？好了，赶快了，你们那边走来走去，时间就被浪费完了。报员，这个细节的话，我们还在掌握。你们还、知道还不知道？现在不确定。后面很多媒体去问一下，有去 APEC 的人。根据我的了解，我宁愿相信他不是真的哈。秘鲁方面就这件事情上面，对于台湾参与 APEC， 光订房的国籍就跟你写出来，写 China 才可以。我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查清楚。所以我才问你们要掌握情资啊。再来哦，根据我们媒体的报道啊，秘鲁为了办好这次 APEC， 希望请中国就技术支援，这个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们晓不晓得？请中国做协助秘鲁的通讯器材人员的支援，这你们晓不晓得？有这个状况，知道吗？有一些状况，有了解吧？好，那再来啊，我们就要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做好你们的策略方案的想定了啊？目前。这个我们宋楚瑜宋代表代表台湾参与 APEC 会不会被穿小鞋？几个问题哈，这是过去我们发生过的经验。第一个桌牌被你写成什么 Chinese Taipei， 或者写台湾中国的一省，或者在官方文件上这样写，或者是在我们的代表在演讲的时候，他的翻译的时候故意把你写成中国台湾代表，或者我们的座位，原来我们是 T 开头的座位，把你安排到 NGO 旁边去，或者安排在中国的旁边。那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形，国安局有没有做好建议的版本方案没有？哦，这些状况我们都持续在掌握中。有掌握啊？你们有没有先预期啊？比如说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你们怎么处理？现场我们的宋先生是要哪一个抗议中，还是怎么样的？先准备好。还是你们觉得都不会发生，是我太多虑了。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相关的状况，如果有看到状况的话，我先跟你们提醒了，先提醒了。为什么特别讲？因为秘鲁跟中国的关系不错，中国政府会不会是故意在这个时候给台湾穿小鞋？你要特别的小心跟防范了、啊。哦，那国安人员就是要去收集情资，因为我已经跟你讲，第一个出现的症状就是说，我们有许多人在当地订饭店被要求用中国的名义订饭店，我就觉得这个事有蹊跷，你们要特别的注意。再接下来，我要问亚太的局势。你们刚刚报告里面讲了一堆哈，我先问第一张照片。来，局长，这两位是谁？你应该知道吧？哪两位？这两位是谁？朱特地跟习近平嘛哈。是。为什么要特别用这张照片来做我的引言的部分哈？因为我现在发现这个菲律宾最近的态度蛮怪。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菲律宾的状况？有哈。来，为什么这样讲呢？菲律宾啊，
他一直的许多的言论啊，比如说第一个言论我们了解到了，说要求美军基地撤出，或者菲律宾跟中国在黄岩岛的议题上、南海的议题上取得了谅解。好、哦，然后呢，中国外交部也特别对菲律宾表示非常友善的言论出来，所以看起来菲律宾好像是往中国那边靠了。你们应该有收到相关的情资嘛？对，除了菲律宾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最近啊，向中国购买了4艘的军舰，然后呢，又签署一个美中的防卫备忘录，有点类似准军事同盟类似的，还没到那个阶段。你们这里有没有掌握情资？有。那你觉得这几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展示意义在哪里？中国为什么这么积极在这东南亚做这些事情？向委员报告，他除了"一带一路的"的这个推展之外，那么他也针对我们新南向政策看到一些互别苗头可能的一些愚蠢作为。OK， 我担心的是什么哈？未来有没有可能南海变成中国的内海啊？我们过去常常有一些国家批判美国，都说加勒比海、中美洲是美国的内海嘛，对不对？中国是不是想要打造一个新的策略，将东南亚、南海变成中国的内海？极有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对台湾的国际的局势的发展就会非常的不利。那我为什么就这个议题来请教我们的国安单位？就是说希望国安单位就这部分预先的预判可能的情形，给我们的总统做参考。因为如果一旦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策略，不是对台湾影响很大，对美国的亚洲太平洋影响是非常的大。那我认为我们的国安局就这个部分应该要过跟相关的单位先做好密切的联系，提供总统一个重要的建议，这非常的重要。好，那最后还是延续一下刚才我们江启臣江委员的问题。本来我的第一个问你说谁会入主白宫，那我刚刚问了，你现在讲两个人很接近嘛，对不对？是。本来想要叫你猜猜看啦，或者想说不要好了。来，这是目前他们的一个分析，红的蓝的，这你知道什么东西吧？局长，你知道什么红的蓝晓得？就是他们现在预估的得票齁，看起来很接近齁。希拉里·克林顿192票，川普145票，另外有191票是摇摆州啦。齁，那为什么要讲齁？因为这两个人事实上过往我们看到媒体上的报道，他们的风格都非常的独特。齁，风格很独特，就是跟过去传统的美国政治人物都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啦。齁，那如同刚才所讲的，他们的当选对台湾会不会产生很明显的影响？齁，我想问一下，这两位当选，你认为 TPP 有没有可能继续下去？就你们的分析资料里面，川普当选或者希拉里当选，谁比较支持 TPP？ 还是两个都不支持 TPP？ 希拉里会比较支持，会比较支持，川普会比较反对。那军购的部分呢？这两个人当选，对台湾台美的军购会不会延缓或是怎么样？希拉里如果当选的话，他会持续现行的美方对台的政策基调不会改变。那川普呢？川普的话就非常难说，因为他强调的是这个对美国的利益为主，所以这个里面的他从他怎么样去思考对美国的利益为主这个角度就很难去说他会。所以就川普对于当选对台美军购，你们就没有很明确的，就是觉得比较模糊跟是。确定性就对了。那至于国际贸易的部分呢，就是说像刚刚我们前面委员讲到说像川普在演讲过程当中有批判台湾、中国啦、韩国等等的感影响到他们美国人的工作等等，有没有齁？这个会不会这两个人当选对于会不会对台湾做什么反倾销啦等等这样的一个经济贸易上的一些比较奇特的措施出来，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这个议题？希拉里他会可能会比较延续现在奥巴马的政府的一个作为，但是川普的话，他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但是他会怎么做，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因为他强调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考量，我想这样哈，我们国安局也有驻美的特派员嘛，对不对？应该也要谨慎的收集共和党跟民主党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政策，还有亚洲的政策。我刚刚前面讲的，菲律宾啦。或者是马来西亚等等跟中国的关系急剧的升高，他们的互动友好关系急剧的升高，对于美国的亚太政策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这也会影响到新当选总统的亚洲太平洋的
的这样一个策略哈。那我认为说，新的局长您就任之后，我觉得也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哦。除了中国的局势发展之外，整个亚太周边的安全对我们来讲都非常影响的哈。我刚刚特别提到 TPP 军购跟国际贸易，原因是因为这几位候选人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都有就这些议题提出来，都有就这些议题提出来，所以我认为说，这些议题对台湾影响都非常的大。所以我认为说，局长还有我们的国安局应该就这个部分尽速研议可能的方案，预判可能的方案，给总统在未来台美关系在做相关会晤或谈判时的一个参考。我认为这非常的重要，请局长加油。好，好，谢谢，谢谢委员的提醒。请罗志政委员。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彭局长？请彭局长。委员好。局长早哈。局长第一次到立法院来，难免会紧张哈。有些话还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是。刚才有委员问到你对美国两位总统当选的可能的一些影响，你提到说一位是你引用美国媒体的说法，叫做一位是自杀，一位是上吊自尽，一个是拿枪自尽。这个是美国媒体说法，绝对不是国安局的立场，对不对？是的。这也不是我们政府的立场，对不对？是的。而且事实上，我再仔细找了半天，美国媒体有没有什么媒体特别讲这个东西啊？只是少部分媒体嘛。是。所以引用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局长。谢谢。再澄清一次。是，谢谢委员的指导。也不管怎么样，对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出现，用这样的一个引述，即便不是我们立场，但这样引述的确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是。要提醒局长注意一下。谢谢委员。Okay. 那个局长，你听的简报十三天来哈，听了局里面很多的简报，是，但这一份是亚洲周刊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所做的一个报道，里面有一段话我念给你听。台湾历任总统中对情治系统最不重视的一位，马总统从2008年上任后就对情治系统敬而远之，实质上也造成情治系统的战力殆尽。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台湾的国安系统的勤战能力已经跌落谷底。但局长不见得同意这句话了，但是我想问局长，经过这十三天的简报，各单位来跟你报告完之后，你觉得我们的国安单位或是国安局有哪个地方你觉得是有问题，需要补强，需要想办法救回来的，有没有？向委员报告。还是一切都很好，都没问题？就我这十三天来，各位同仁对我的，对我的这个报告，跟每天我们所接触到的研讨的情况，我觉得我们部内所有同仁呢，非常的努力，在对自己职务上面的工作，非常尽心尽力在努力的了解所有的状况发生的情形，并且做好研判工作。也许大家对我们的期待我们没有办法。这句话是很重的哦。是，台湾的勤战、勤研是另外一块，我讲勤战的部分，他觉得我们勤战能力是跌落谷底啊，整个国安的系统的这个士气是受到严重的低荡啊。你同不同意？还是觉得你不完全同意？还是说完全不同意？我们看到这句话，要从这句话里面加强我们的自我警惕。这句话正好作为我来要求我们所有同仁，我们要在这方面加强工作，重新去振振。我为什么要引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们身上局长在你的任内，能够好好的去针对目前我们国安局或者国安工作、情报工作上的问题，做好一个整顿、是整理。因为毕竟你是新人，是你过去没有这个包袱，所以希望有新人新政的气象出来。否则的话，那任何人去都可以啊，为什么总统要特别点你去？就希望你好好的整顿整个局里面，因为过去可能成风不重视所造成的问题嘛。讲到勤战，如果觉得我们勤战的确有不够的话，那资源该给你要给你们啦、啊。否则的话，我们预算审查的时候，你们觉得勤战没问题，我预算也不要增加啦，对不对？是。人事布局很重要，我想请问一下局长哈，但我先讲你的重点的工作，在你任内，我们不知道要多久了哈。你任内局长，你觉得你最重要的重点的工作跟使命是什么？你希望当一个什么样的局长？
我希望我这个局长是一切能够按规定依法来执行所有的勤战工作，但是最重要的，我对于局内的要求是一切按照我们体制跟制度规章来执行。那对于勤战工作方面，那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提升我们的能量。那对于人事方面，我希望我们的士气能够保持在局长，您知道，请问一下，你觉得我们现在目前勤战工作最大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叹口气哦，部长。哎，局长，我目前勤战工作最大的困难，资源不够，人员不足，技术能量不足，还是什么？你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问题啊。那我们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安团队来要做的比如说勤收的严整，那我们会尽快的来做好这些事情，来提供我们的高层长官做更好的一个决策。这方面啊，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能力不够我只能说现况是如此。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人力方面做增加，但是我们就有现有的现况，我们会尽力的来执行。局长，我要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先找到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你认为都没问题，那当然就不用解决了。是。可是刚才亚洲周刊那个说法，他有一定的权威性。是。他表示他看到了一些问题。那局长，你有没有看到？这是我关心的。是。你要找到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是。我担心就是说，听完简报之后，好像通通没问题了，那就没什么好改进的啦。是。鲍委员，您刚刚提的问题，当然在人力方面我们是有不足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筹补我们的提升我们的能量。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最重要的，您刚刚提到勤战的部分，我们也发现中共对我们的渗透的力道的的确确是有加强的。好，那我就想问了，情报跟反情报啊，当然国安局是做情报的，不做反情报，但最基本的你们自己的保防反情报是最重要，对不对？是。如果今天我们作为情报单位，我们连自己的保防、自己的反情报都做不好的话，那还做什么情报工作？我们偷回来的东西或拿回来的东西又被人家拿回去，就知道问题在哪里嘛。所以我们保防工作是比任何单位都更重要。是，局长同意吧？同意。最近有个名单在媒体上披露了，国安局大班风，包括主秘，对不起啊，主秘的人选，欧洲特派、日本站站长。科技中心安康副主任名字都出来了，我不会怪媒体，因为媒体有本事，他们拿得到。局长，这一名单有没有是事实？鲍委员，目前委员上面所打的东西，我们还没有讨论到。那如果后来名单都跟这个一样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本局对这件事情从我上任以后没有讨论过，没有讨论过哈，没有讨论过，所以这名单可能不是真的哦。没有讨论过。如果到时候这是个名单，很糟糕，对不起这些人了、啊，你们就见光死了、哦。就没机会了，因为局长回去做检讨，上面名单都不用。当然有人放这个笑话，让这些人见光死了。但是我特别强调，我一直有个心态，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想法，只要能够留给外面的人，就有可能留给对岸，对不对？您的说法非常正确。对啊，我当然不是说媒体一定要怎么样去防范，而是说媒体他自己有本事去拿。但问题就是，他既然有机会留给外面任何人的话，就有机会留给对岸。是，包括我们人事的问题。鲍委员，您说的绝对正确，但是我还是要向委员报告，这不是上任到现在，我们没有就人事部分做过任何的讨论。可是你们上次那个第一批已经公布了，不是吗？是的，但这些人还没讨论嘛？这些位置还没讨论，对不对？没有。OK， 好，我不问谁当选了，因为这个不能问了哈，也没什么好讲的。但最重要的，刚刚提到，除了克林顿跟川普之外，我对美国政治、美国外交了解是，他的国安团队是很重要的。谁是他的国安团队？这才是我们勤收的重点，或是了解的重点。除了这个人的个人的世界观、外交政策的取向，乃至于个人的人格特质、决策特质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国安团队是谁的问题。这个哪一处有没有在研究？因为我们谈到他的政策、他的主张，美国的对台政策、亚太政策，更重要的是他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后面是哪些人来帮总统做决策。雷根当总统的时候，他对外交一点都不了解啊，但他那个团队是很强的。奥巴马没有外交政策的背景，是团队很强的。希拉瑞当然是唯一的例外了。可以告诉我，
我这边有名单了，处长告诉我，西阿瑞，随便点几个你认为是他的国安团队的成员。不知道啊，这不是国家机密。网络上我收集，还有克林顿过去一段时间呢，他重要的一些外交测试跟幕僚，不知道谁啊？团队就好，点几个，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掌握。好，有关 Sherry 部分 ，Kirk Campbell 一定是嘛，对不 对？还有呢？Michelle Flournoy。佛龙一定有对 ，OK， 那国家安全顾问是有可能是哪些？国家安全顾问的话，现在他们有提出来一个叫 Wendy Sherman， 好 ，Sherman， 对，他曾经担任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副国务卿 ，OK， 江艾伦有没有可能在里面？也有听说，也有听说，有听说吗？对 ，OK， 好，比较麻烦的是川普。我问了很多，包括美国人，美国人都回答不出来。我想，我知道我们管理到底了不了解。川普现在有关川普部分、哦、就是说他在华府的这个建制的部分，他因为很多共和党人、啊、本身也都不大接受川普。对呀、啊，所以有关华府建制的这些智库啊，可能跟川普的关系还比较没那么深。那川普他的政策的幕僚，可能一部分会来自于纽约。是谁？对不起，纽约的，对。另外有一些人啊，就以前在共和党做过事 ，Stephen Yates， 叶子太年轻了吧？叶万辉，他是有可能在这个担任一个副国务卿或是次卿层，有机会吗？有机会。他在 Dick Cheney 办公室当然待过了哈。对，他现在是North Dakota 共和党的主席嘛，共和党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你觉得他有机会？他也是有机会，对。Okay.那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顾问跟国务卿的可能人选有哪些？从他目前啊，川普这一部分，老实跟委员报告是比较难以看出来的，因为他所用的这些都不是在华府的建制的这些人的里面，没有错，所以可能要从比较这一方面，我们还要再去再研究一下。你说的就很平实了，啊，因为的确，川普的阵营的国安团队到目前为止一直让人家做不到到底谁是主导者，而是克林顿基本上来讲，延续他过去当国务卿的时候那一吹一些班底，慢慢会形成一个重要的台面上的人物啊。这一点，我希望国安团队哈、啊，我们自己的国安团队不只是研究克林顿跟川普，更重要的是那个他的团队未来是哪些人，他过去的研究的东西，他的立场，他的主张。这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重点，这是你们勤研，但不到勤战了，至少勤研的能力是要从这边展现出来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到克林顿跟川普谁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当然总统是很重要的，可更重要的后面背后可能是那个团队，他整个立场的主张跟政策的取向，这才是一个研究的重点了、啊，对不对？我分享一下，好 ，OK， 好，谢谢。那个局长，最后请问一下，十八届六中全刚开完，我只问对台政策走向。我问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到底对岸对蔡英文总统或蔡政府定性没有、定调没有，还是还在听其言观其行？还在听其言观其行。所以还在听其言观其行。是。还没有把蔡总统说你是一个台独分子，你要走台独路线等等，还没有定性定调，对不对？还没有。很好，那再请问一下，对岸跟我们之间。是不是还对我们的新政府还是有一丝丝的期望，还是完全绝望了，就不跟你往来了？还是有期待的，还是有期待，是，对不对？是。好，最重要的，对岸会不会主动在外交上掀起一波外交战？你的判断？他为了压迫我们，有可能，但是基本上是斗还未破嘛，对，或斗而不破嘛，对，对不对？对。所以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两岸关系观察指标，就是在外交战场上会不会斗了，而且破了，那个才是我们观察的重点，对不对？对。但是我刚委员特别问到的是，那我回答的是有这个可能性。对了，我当然了解了哈，不可能完全没有了。是。但是压力是不断增加当中。但基本上来，对岸对蔡总统还没有做一个定性定调。还没有。对不对？还在听其言观其行。是。OK， 好，谢谢局长。是，谢谢委员。
请林长佐委员。主席，我们请彭局长。请彭局长。委员好，局长你早。那个刚才我想前面有委员问到，就是对于过去这个国安局的一些业务的一些检讨，那我想局长讲的也是比较保守，那我在这边就针对一个看到的一个建议，那来跟这个局长讨论一下。那关于这个第七处就是网域安全处，那现在已经成立超过一年半，所以我想先请局长或者说有同仁要补充的齁，那先稍微谈一下第七处成立至今的绩效还有成果。好，这一方面是不是请委员同意我让我们的业管来做报告？包委员，我们第七处成立以后啊，那它主要是针对网域安全情资的一个收严哈，还有反詹，还有一些技术的研发。那成立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有收获一些网安预警情资哦，都有提供相关的一个单位来应处。另外呢，我们在技术的研发部分也有发展出一些防御的工具，也提供给我们的政府部门来做佐餐啊。那这个部分大概都有明确的一个进度以及成果。好，我想我会特别提这个第七处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其实国安局在招募治安人才的时候哈。那有提到这个国安局特考的公职资讯技术组，那因为甄选条件太过死板，造成没有人报考的这个情形。那据我的了解，之后这个国安局的特考好像也没有再开出这一类人才的需求。那是不是可以请局长或者说看同仁报告一下，这个为什么没有在特考开出治安专业人员的需求？是已经都够了呢，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来因应？我先向委员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方式是采多元管道来招行来执行招募的一个工作。那至于细节部分，是不是委员容许我请我们的业管做一个报告？这个也是对，可以。是委员好，我们针对我们这个网络科技人才的招募啊，我们是采多元取材、以猎才的方式来做处理。除了现行的国家考试，还有从其他政府部门进用之外，那我们也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有关的人才的进用的事宜。那有关公职技师组，因为进用的人员必须具备有技师法的相关的证照，那它的限制比较严谨。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跟考试院研究的结果就是，我们应该采取更开阔的角度来处理。因此呢，我们从扩张我们治安组、资讯组的人力来着手针对这个考试的部分。我们在今年已经增加的考试录取的人员。以上报告。我想有的时候这个多元的方式是讲起来比较好听呐、啊。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是怕又被发现说这个找不到人，或是又是没有人报考，这个当然大家会有一些疑虑。所以在这边我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个，就是因为我想现在治安这个事情，包括刚才在前面的报告的时候，其实局长也有提到，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最新形态，我们可能要掌握，而且要这个进行控制控管的这个方向，那避免被这个渗透嘛。所以在这一个部分，很多的高手一定都是在民间啦，我们用传统的方式都不一定能够去找到。你说从其他的单位借调，他是不是有足够这样的能力？我想这个也会是大家非常有疑虑的地方。所以你看，现在连行政院都延揽了，这个算是高手中的高手，唐凤这个入阁。那所以我相信，在怎么样去从民间里面找到，而不是说因为一开始找不到人，所以就干脆说啊，那我不要再用本来的方法，那我从其他单位来借调。其实我对这样子的方式会有一些疑虑。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强者，这个方面治安的强者应该都是在民间。那所以我看到这个，在看这个，我相信接着这个在审预算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关于这个各项资讯设备的添购啊等等。但是人事的部分比较没有看到真正比较有创意，那比较开放，那去经过说我要怎么样去，因为我相信硬体的部分用钱买就有，
人的部分一定是要花很多的心思去想，你不一定是有钱就找得到嘛。那到底那些人在哪里？我们要经过怎么样的方式？在这边我还比较没有看到突破性的这个做法。那所以我现在一个问题是，但是目前在资安的人员的部分，是不是很多是兼任的方式在这个进行？他们的工作职权是不是其实很多是兼任的？请委员同意，我们业管来回答。是。包委员，我们局里的治安工作哈，其实有一个资通安全委员会在负责。那这里面有一些分工小组哈，包含治安小组哈，还有通安小组等等，还有稽核小组。那我们这里面有组织分工，还有配合协办。那在治安小组里面啊，我们有一些治安长期培养的专家，这些同仁呢，他们的证照数是几乎是90%。第二个呢，他们都是长期工作。那我们还需要各单位治安人员的协助配合，才有办法全局的业务才有办法这样的来推动。所以的确是有主从之分。那政策的规划跟技术的一个研发是由这个治安团队来做负责。我想我会问这个问题，我相信局长跟各位同仁也知道我的用意啦，就是我认为治安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你难免会有要跟其他的这个可能有兼任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这个专业的人力应该要非常够。那我现在看起来相关的资讯，我还是会很担心，就是说我们它的专业度。当然我们在上一个会期一直到现在都有提过，说整个政府关于治安的这个工作的部署应该都要重新的来调整跟这个规划。但是我想未来在配合的时候，国安局在配合这个整个政府治安工作上面的部署的时候，一定要让它专业化的进行。那不要因为现在不好找人，或者说因为现在的制度上面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规划，我们就为了配合已经不合时宜的制度，那来去做这样子的部署。我觉得如果有我们为了要能够强化这个治安去改变这个办法都没有关系，怎么样去让外界的人更多的进展。我想这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最近其实有媒体就已经有披露说，美国的国安局他已经长期渗透监控台湾政府网域长达10年。所以我想这个，我想先问局长知道这个事情吗？或者国安局知道这个事情吗？这个只是一个推断的一个状况，那而且时间已经长达10年哈，对，那我们没有明确的一个证据来支持这件事情。对，我想这个为什么就是像资安这一类的议题一直都会是很热的议题啦，包括其实尤其在年轻人，然后在现在这个大众媒体啦，然后甚至于这个相关的这些电视电影的作品，其实常常会对这个东西有很多的这一种报道。揭露，那或是把这件事情都当成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在这边要特别提刚才几个委员讲到的问题？那我想我再一次讲强调，就是局长不一定能够这么明着讲哦，过去可能有哪些问题，然后拿出来检讨，那在公开的场合去做，尤其是国安方面的这些检讨。但是我要强调，就是我们现在新的做法，在看过去的这个办法跟看过去的这个规范的时候，不一定要用为了去配合规范，我们可以来讨论怎么样才能够做好，然后来去商讨怎么样去把这个规范调整成为适合现在的这个状况。我相信这个媒体报道出来说，美国国安局对台湾这个网域，尤其是政府网域的这个渗透，我相信是其来有之。我也相信美国有这个能力啦，是也不会只是渗透台湾。是，那我相信除了美国以外，也一定有其他的国家在对台湾做一样的事情，例如中国。是，所以我们自己要怎么因应？我相信我们要需要非常这个完整又专业的这一个人才。是，所以我在这边最重要的核心的建议跟要求就是，这一块不要再用兼任的方式，那我们去规划出可以更专业、更专任的方式来去研拟第七处的这一个建制。谢谢委员的提醒，我们部里面也针对人才有通盘的检讨，我们会注意。好，那就这样子，谢谢局长。好，主席，谢谢。请刘思芳委员。谢谢主席，我可不可以请一下彭局长？请吧。
请彭局长。委员长，委员是局长早，您比较辛苦哈。我想先问一下，您上任以后有没有跟蔡总统报告过，目前的国安局的这个业务的状况？到目前为止，有向总统报告过我来以后的对国安局的一些了解的情形。是，那总统有没有跟你做任何的指示？可以对外，可以对外的哈。我想这个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总统有没有跟你做任何的指示？他要我努力来做好替国家服务的工作。是，那在这之前呢，其实今年上半年蔡总统上任的时候呢，国安局应该有跟蔡总统举办过报告过一些相关的业务事项哈。那时候蔡总统曾经指示说，对于未来的保防工作一定要加强，然后要朝着法制化来发展。这个部分可能是在你的前任局长这边，但是你应该也了解这个状况。那现在有没有相关的进度？向委员报告，自从我上任以后，我对于保防这一块区块的工作，就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加强。那我们针对保防的工作，我们自己针对所有的国安团队，我们召开过一个会议。那我们也提出来，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做好加强。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想就这个大的这个全球的战略来看哈。就是目前如果中国一直用这样子的压迫的方式啊，把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或者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交流和沟通一直往这个打压或者是渗透方面发展的话，其实是把台湾越推向美国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中国大陆呢，他们自己也有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这个情报相关的会议，他们在做这个整体考量的时候，不能只有纯粹用这样的方式啊来做他们的举动了哈，我想这个可能局长会非常了解这个状况。但是我今天的重点是要针对中国对我国那个渗透的搜情的这个状况呢，再请局长给我做若干的回答哈。为什么我要这样提呢？第一个呢，这个部分呢是由调查局提供的。现在中国对台湾渗透的重点目标有四个哈，除了我国的政府机关以外，还有高科技的研发机构，还有国防军事单位以及国安情报单位哈。那这些单位呢，我们现在如果保防要加强的话，目前为止这四个单位里面，现在我们的国安局有没有已经罗列出来怎么样做加强的工作，而不是只有口头的这个 lip service？ 向委员报告，有关保防的工作，我们的的确确已经考虑到我们的做法应该是从什么方向来做。我们第一个考量到的就是，由于国防部的各个军事单位啊，长久以来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防的一个制度，那我们要加强，并且要求国防部先做好国军方面的一个保防，然后呢，我们希望借着我们的这个国安首长亲自会议啊，能够推动保防工作的需求，然后我们来加强。其次加强的是各个公务机关团队啊，能够加强这个保防的认知，跟我们会研讨未来保防应该如何去实施。这个方向已经出来了，但是主要的要点都还没有落实嘛，哈。是。为什么呢？我要再举个例子给局长了解一下哈。现在这个吸收手法，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哈，就是大约不是钱就是色哈，然后就是抓把柄哈。然后设局等等这些啊，但是刚刚局长所提到的部分呢，我跟你举一个例子，我想你大概知道哈，在2009年以前呢，两岸开放大三通之前哈，我们侦破跟国安相关的案例呢18案，但是从2009年以后呢，侦破47案，这么多哈，这么的多，那这些呢的方式大家都知道，这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那当然呢，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局长已经特别要求哈，这个军情单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国安局的单位呢，要加强现任的、现职的，但是如果是退役的、刚刚退职的怎么办？这一块其实是一个漏洞哈。来，你看一下，我想就不需要再跟各位提到了哈。你看近年来我们侦大的这个侦破了这个重大的国安案例里面，包括有军情局的少校哈。然后还有在总统府参事服役的，还有国安局的退役上校，还有调查局，还有陆军、海军、空军、政战
电讯、中科院等等都有，越来越多。好，我也不相信现在没有正在进行当中。当然呢，现在正在发生的案件呢，还有很多骇客攻击，包括上个月我们这个我们的同党的这个立委啊，这个罗志政才去参加了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结果呢，里面的资料也被中国骇客攻击。那这个部分都已经再在发生，一直提出这样的警讯。到目前为止，国安局有没有比较落实的方向，在处理有关这方面的妨害也好，或是我们军情好，还有相关的重要的机敏单位刚刚退役或退职的人，怎么样做好保防工作？对于委员关心的退职人员部分呢、啊，我们现在已经延长了退役职人员出境管制的年限，延长到多久？怎么样的处理？你只说一个方向，譬如说他是什么军阶，或者曾经服务机敏的资料的等等，怎么样的处理方式可以对外公布吗？3年吧，是不是？请示一下委员。好，没关系，请。鲍委员，有关于那个对于退役人员的那个管制啊，我们在103年呢、啊，已经将他的这个附录管制期限延长了3到6年。那同时也可以视他的状况啊，再延长揭秘状况。什么样子的人是3年，什么样子的人是6年？我们有根据他的揭秘等级，哦，包含像局长，然后或者是一级主管，或者是他业管的是比较机敏的，根据他揭秘的不同等级，然后来区分他的这个附录管制。这样子吗？那大概有多少人？多少人是属于要延长3到6年的？我们就国安局来讲，全局来讲，它所有揭秘等级的话，有区分到甲种、甲等，还有乙种，还有丙种。人数大概是多少？嗯，在国安局所要设定的这个范围之内，是只有在国安局里面的服务的这些军文职人员，还是有包括国防部或者是其他机敏单位？譬如说，他也许是中科院，好，也许是某一些政府的机关。为什么我要这样提呢？刚刚我有跟局长问过哈，蔡总统在今年上台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请国安局要加强保防方面的一个政策，而且要求你们要把它法制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法制化之前，当然会有一些暂行办法出来。所以刚刚你提到说，已经有要把这个机密等级的人由3年6年再继续延长，那我觉得不一定是针对他的军阶或是官阶，应该针对他所掌握的绝对机密或极机密或机密的部分再做好的处理。但是这些处理下来是怎么样？那如果万一去的话怎么办？他会违反什么法律吗？因为目前啊，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第4项里面并没有做修正，好，所以你们在这个法制化当中怎么处理会比较好？来，报告员，他如果受到这个管制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出境的。那另外，我们现在同时也在做，没办法出境还是没办法去中国？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这个到大陆地区。你要讲清楚，没办法出境跟没办法去中国不一样嘞。我们那个境外不是只有中国哎，你可能到日本，可能到韩国，可能到美国。所以我特别有提到，就算他有列入管制，他到中国，可是他如果经由第三地区到中国去的可能性也很大嘛。好，你们自己看一下最近发生的这些所谓的涉案、涉及共谍案的这个统计里面，几乎很多人也都是跟军情单位有关，虽然事后我们都会说没有没有，他没有涉及到机密，可是如果你们没有对外讲清楚说明白的时候，大家还都是会存疑。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他留在国内或者是到中国大陆去泄密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这样子的一个层级的处理我觉得还是不够落实，还是不够落实。局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你听到有这样的状况，也知道这是冰山的一角，而且未来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未来呢还是会有叠对叠的状况，尤其呢我们现在的执政党没有办法跟这个中国这个相关的官方有比较正常的渠道或是管道来做交流的时候，绝对这种事情一定一而再再而三一直重演。那局长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委员所关心的事情我们已经在保防部分呢、做了一些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的一个预化。那我们是希望从我们所有国家公务部门的
高级的主管，那来形成一个共识，来加强各单位对于保房的一个要求，然后来贯彻我们大家对保房的一个执行度。那不好意思，如果你这样子要求延长三年到六年，那现在马英九总统要出去，他有没有掌握绝对机密？这怎么办？要依法办理，还是呈报你的上级来决定？这个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这个我们各个机关团体都会针对总统要出去他的所出去的这个任务性质跟他的接触的对象我们来讨论。比如说他出去参加的是一个学术会议或者是做一个演讲，那基本上我们不认为他会针对相关的机密事务会跟对方有所接触。是，所以国安局就是就这个实际上所获得的情报跟上级来做报告，由上级来做最后的确认嘛。好，我另外再问一个小问题，就是保防工作是多头马车啦。好，那既然多头马车，大概局长也知道，现在多头马车有调查局、有国防部、有警政署，当然还有你们国安局。请问现在谁在做整合？谁在做整合？所有国安团队的，我们本局现在正在准备做一个整合的动作。是。有没有可能在年底之前啊，先赶快能够上轨道，赶快开始开会？第一个法制化的方向已经确定，你们可能要提一个保防工作法，哈、哦？为什么呢？因为陆海空军刑法的部分，现在也是因为移转到民法上，移转到一般非军事检察官，好、哦、来做起诉，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在法制化上面会有漏洞。那同时我也提到，在行政体系里面太多马车，等于是没有人在拉，哈、哦。可能要请局长啊，能够就这个部分呢提出一个完整的报告，让我们国家的保防工作可以越来越健全，好吗？是。好，那年底之前可不可以先提一个简单的报告？你用秘密的也没关系。两个月。我们已经计划在年底之前要做这样的一个。好，那就是年底之前，好吗？好，好，局长加油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局长，谢谢委员。我们有请不好意思，有请下一位委员吕玉玲委员。谢谢主席，请彭局长。有请彭局长。委员好，局长好。早上多位委员都在关心美国的选情，我们不得不关心，因为美国的选举情形会影响到我们台湾未来的发展。所以我还是要请问局长，希拉蕊跟川普谁当选，对我们以后国际发展的组织或者国际的发展会有往好的方面去？这个要看看局长您的看法。这个向委员报告哈，目前谁会当选啊？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以国安局你们的掌握，你分析国际的情势，你认为两位谁会对台湾国际发展会比较好？不管谁当选，我们基本上都应该你连这个判断情收都没有吗？你曾经是驻美的武官，你应该很了解。就行政事务的经验来看，希拉蕊当选会对我们比较能够延续现行的一个台美的关系跟做法，因为他也比较支持台湾。是。那接下来本席还是要问你，你现在是国安局的局长，你是忠于国家还是忠于总统？我忠于国家。是，因为国家付给你的权力，你要忠于国家。尤其是国安局掌握了两个重要的业务，一个就是国家的安全的情报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总统维安上的安全的工作。所以我也要再请教你，你现在看到我举例的这两个就是你的工作项目，是，但是现在有国际上韩国南韩发生了南韩的总统朴槿惠的事情，如果说他们的国安局，他们的国安局叫做情报站，如果说你的资料忠于总统的话，你给总统，总统又因为他的私人的亲信对我们国安机密的文件资料都去调阅出来，还影响了整个政治上的工作的话，这样子对国家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你忠于国家，这个就是你的正确答案。所以我们希望国安局不要成为总统府的一个军机处，所有的事情你除了报给总统之外，你还要给其他的单位，比如说我们的调查站，这个调查工作也需要分享给他们，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国家平衡上更加的安全，对不对？谢谢委员。好，这是我对你的期许，希望你一定要做到。是，刚刚又谈到第七处，我们国安局有没有第七处这个网易安全处？因为我看到今天来的名单只到第六处，没有第七处，有成立了吗？局长。啊，报委员，我能不能请我们人事处啊向您做回答？你的工作项目第几处你都不知道？总共有几处？国安局以你为尊呢，业务上你的分配工作你是主导的，我只问有没有这个处而已。有已经成立了。哦，有成立了。局长，今天虽然是十三天啊，人家是昨天上任，今天叫做业务报告，你有十三天啊，已经很多了，所以你要加快你的脚步，对业务一定要熟悉。我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骇客在网络上宣布了，就是这个影子，这个前客，他说美国已经掌握了我们教育部、科技部，还有我们中华电信所有的资料，掌握将近十年。现在是2016，他是2000年到2010年，现在是2016，还有没有继续掌握？国安局知道吗？鲍委员，这个都是媒体上的一个臆测啊。那我只是臆测，媒体上面的推测，所以我在这边不能跟委员做一个。你们有没有去查证？很多消息都是媒体公布之后，报道之后我们才知道。那你们有媒体这样子报道，你们有没有去了解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治安处有去查，查了怎么样？但是我们的了解是没有这个状况，完全没有，没有被掌握。嗯，到目前为止，我的了解是还没有，没有，确定没有。是，因为未来我们台湾要在DAPA这个工作项目里面，就要成立这个科技室，国防部要成立科技室，也一直都跟我们的经济部、科技部都有做这个连线的工作。如果骇客有宣布这件事情，美国在掌握我们，我们未来的台湾的 DAPA 就不能那么快来成立，对不对？如果我们成立的话，我们被他掌握，这个时机就不对了。应该等到我们整个网络安全建制之后才可以执行，对不对？谢谢委员提醒，我们一定会注意这方面。所以国安局你要注意这件事情，是，不然我们一直受到美国的掌握所有的资讯，还被他们牵制着，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好的，是，好不好？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想看问一下局长，您知不知道？因为你一直说你十三天，在上个周六，空军一号的景观咖啡厅啊，我们总统、副总统的飞机的起飞啊，
突然间被管制、被约束要清场。自从520到现在，这是第一次哦，总统专机要清场的管制，在以前或许有，现在几乎都没有。这个是为什么？请问一下，国安局有掌握吗？鲍委员，据我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哈，总统、副总统飞机的起降，基本上我们是要在机场的周边实施一个维安的一个作为。那这个维安的作为啊，是由航管跟不是你们特勤组的。这个不是属于我们航警局，这是航警局跟松山分局的不是你们去的，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我们是担心呢，为什么520到现在都没有特别的清场的管制？现在有，是为什么？是因为这总统有收到情资说有人会对他不利，会被攻击，还是说我们的飞机的起降的新的设备？会被人有匪谍，还是有谁哈间谍会来去跟我们收证？是不是？鲍委员，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对于航警署跟松山分局他们的在维安工作的执掌上面都没有做这样的要求，需要驱离所有飞机迷在那边观赏的这种状况，我们都没有做驱离动作的要求。可是这边资料的时候显示，那业者都有警政署的副署长也有来嘛？当时是你们在执行任务，你请你上台一下，这样询执行台。来，警政署副署长。当时，现在局长说不是他们特勤，那就是警政署你们派去的，中山分局的去那边。那为什么你们收到什么情资要去？跟委员报告，一般如果座机起飞在中卫区或是周边，我们会有监控。那但是监控，那你会请业者离开？应该，连消费者都要离开？恐怕这是一个误会，应该是一个误会。这个事实嘛，怎么会是误会呢？他们都配合离开啦。因为如果营业的行为，我们不会去干涉。所以你要去查清楚，确实是业者跟消费者都配合离开了。我们现在是请问，为什么你们对最近？都对总统的安全啊，这个维安升高层级，包括坐车也重新买过啊，是为什么？如果真的有恐怖分子要来攻击的话，你们这个真的要好好保护哎，不能掉以轻心哎，所以你们是不能说还是没有做啊？鲍委员，我们的确是没有做这样的要求。警政署呢？鲍委员。一般的营业行为我们不会去干涉。那我想请问一下，县指部有没有这个情资？军情局呢？政战局还是调查局？军情局没有，调查局没有，军情没有，都没有。所以因为520到现在第一次哦，在上个礼拜六才有这个清场的管制，所以我认为这个一定有内情。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去掌控，或者你们有收到 ISS 的一些讯息吧，不然你们怎么会做突然间做一个清场的管制？这个要好好的注意，好好的保护我们的总统，好不好？谢谢委员提醒，我们会注意。接下来我要请问一下局长，你对来署长，你先请回。我们国际的刑警组织大会，是在印尼举行，这个大会。的主席跟秘书长对我们的参与啊，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正面的回应，那也表示我们没有办法正式的参加。那针对这件事情，我想问一下局长，我们可不可以比照其他的我们的国际的组织大会啊，我们在场外参加可以吗？就像我刚刚曾经有委员询问过这类似的问题，我曾经回答过的是说，中共目前对我们像一些像 IKEA 之类的或者 APEC 之类的，他已经
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我们是继承的成员的时候，他有他的一个管制的作为，但是他对我们不是会员，我们是观察员。对对。那在之前像 IQ 一样，我们也在场外参加。那副署长，你们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刑警组织大会，你们有没有准备在场外参加？请问委员是不是能够请业管回答？我就请副组长，有没有去场外参加？报告委员，还是不去了？到目前没有这个计划。你们不去了，这么消极啊？这个世界刑警组织大会，你们去做一些交流，还有一些情资互相的交换，这个这么重要的，你们都不准备参加，这么消极啊？跟委员报告，其实整个申请以观察员加入今年的年会，在外交部的协助之下很积极，甚至我们在最后10月18号的时候，10月19号的时候，还跟Interpol 的主席跟他的秘书长提出，但是到了28号，他正式回复我们，他没有办法。就这个观察副组长，我知道你们说不能进场，我现在说场外参与。目前没有这个计划，所以你们很消极啊。你看之前 IQ 其他的组织大会、世卫大会，他们都可以在场外参加，再跟他们做一个交流，能让我们的一些警政、刑警的一些国安的都可以有升级的一些交流的一些会谈、情资的交换。你们居然这么消极，消极，我真的是很失望。来，局长，我继续要问你的就是，大家都在问大陆跟我们的两岸的关系啊，现在中断了，这样中断的情形，也看到我们国际世界组织的大会，我们都没有办法参加。那您这边评估，你是国安局，你评估未来明年我们所有的组织大会都不参加了吗？不行参加了吗？这种情况还要多久？委员所提的这种情况，在现阶段来看，的的确确是他停掉了很多我们沟通的管道，那么他对我们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压迫也是持续不断的。那我们预判他后面的动作，在现有的这种状况之下，他会持续的来给我们一些力道，希望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一些压迫，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所以现在很多的民众，不管是台商，或者是我们教育，或者是我们一些大陆工作的一些乡亲啊，大家都很紧张、很忧虑，未来要到底怎么办？两岸的关系对他们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担心的就是未来我们台湾的下一步，国安局你们掌握的情资如何跟总统报告台湾整个的国际上的发展，这个是你们要做一个正向好好的了解清楚，跟总统报告好不好？是，好，谢谢局长，谢谢副署长，谢谢委员。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委员徐志荣委员。谢谢主席。首先我想请彭局长。彭局长。局长好。好，局长，您的单位这个国家安全局，听这个名字就是责任很大哈，国家的安全都挑负在你的肩膀跟你的团队之上。希望你能够胜任愉快。首先我延续几个委员有关11月5号我们空军一号起飞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都有这个录到，确实是有特勤也好，警政单位也好，有去要求业者协助他们把阳台上的那些客人请他们下来，是有这样的事实，我们这边都有很详细的这个影像在这边，但是到现在总统府说假的，
我们特级说没有，好像警政署也说也没有航管局，什么都没有。我希望你这个是事实，一定请你给我们一个答案，到底是谁去欠业者协助把阳台上的人请下来？因为这是一件事实的事情，我们不是追究什么，我们只是要一个真正的真相。啊，照大家讲的，以前没有，现在为什么要？如果有特别的情资，当然那是难免了哈。所以这一点，拜托，我们局长，您查出来到底是谁要求那个业者协助，请你再给我们有关的对这个问题有关的这个委员一个答案，好不好？是。再来，美国总统的事情呢，我在这边大概的做一个结论，我也不再问你那个为难的事情了。听几个委员这样询问，再借由局长的这个答案，理论上我们是希望克林顿希拉里能够当选。其实美国对我们台湾，我们也有签什么台湾关系法啊，两个党也有两个党对我们的那个基本的立场。唯一比较不确定的就是说，川普个人的个性比较难以捉摸，比较没有这个确定感这样。我们担心的是这样子嘛，哈。其实我也没有跟人家赌什么赌盘了，我在这边大胆的预言了。因为预言的原因是有两种，一种是说大家认为希拉里对我们台湾比较有帮助，所以我在这边大胆的预言希拉里会当选。还有因素之一，也是因为之前希拉里一直民调都在领先，是因为在选前的十几天，因为他的邮电门有新的施政，他调查局重新要调查。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所以变成两边都在焦灼，甚至一度川普还稍微领先，有稍微领先过嘛，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至少他是在选前的十几天前出了这个事情啊，不像说我们2004年的第二天就要选举了，突然来了一下子，这个两颗子弹，选民都应变不及啊！我的理论就是说，至少它还是十几天前发生的，一些民主党的支持者在这个十几天，应该他会不会有这个危机意识，然后他会对这个案子有所说明。所以我大胆的，也是因为对我们台湾好，所以我大胆的在这边预言希拉里会当选。再来一个，就是说刚才叶委员问到总统坐车的事情，我记得我当初我也有咨询过，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编的是要购买奥迪的，我说4000000的那个奥迪的 A8 还是什么那个车子，对吧？对吧？啊，我没有对奥迪有特别什么好物质的观念，只是说这么有这么多的这个名牌啊，为什么独独选奥迪？我记得那时候也好像是国安单位的长官跟我回答一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们就是以采最低标，就是采最低标。这个答复我个人来讲，实在我有点不太认同了。因为最低标啊，不是对一个总统一个领袖的安全采最低标，我觉得不太适宜。大家也知道，一般的这个地方上的一些土木工程啊，什么什么那个小型工程啊，都是采最低标。采最低标的话，大家也以盈利为主，多多少少就怕他会偷工减料还是怎么样。所以特别是总统的坐车采最低标，我觉得是不太正确了。那既然你是这样子，没有错吧？是采最低标吧？我记得当初的答案是这样子吧？那就是说，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们验收你就是要特别的注意，特别的小心啊！这个我们才可以充分的保护住我们总统的安全哈。这是我特别在这边讲的，我是认为采最低标不太适宜的哈。
局长，你才上任13天，哈、哦，当然我也不是要考你什么，我也托你的福啊。今天有这个国安局的这个巡达，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就是我们国安局的中心信念是什么，您知道吗？忠诚无私。赞，答对了。那我们国安信条呢？国安信条在效忠国家，福音宪法，恪尽职守，牺牲奉献。再给你一个赞，13天之前也没在国安局待过，你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训勉，工作训勉是比较长了哈，那个就我们就不在这边那个念那个了。但是这个工作训勉是我们先总统蒋公。就是他在民国42年的时候，在健谈啦、新庄啦、主持情报工作会议的时候的开幕典礼的讲词。那情治工作努力的方向有3点，也是我们经国先生他的训勉。整个国安局到现在都还是依循着我们两位老蒋、小蒋总统的这个训勉的哈，甚至在我们这个网页上都是还放着他们的这个训勉词。国安局如此重视我们两位蒋总统的训词，是不是有什么历史的这个因素，什么原因在那边？是，向委员报告，两位先生呢、啊，他所提出来的训勉呢、啊，内容都是在勉励我们情报工作人员应该具备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精神跟特质。那我们检讨他里面所要求的事项，的的确确是我们特勤人员这个情报人员应该有的一个特质，这是实质上是非常正确的。好，这样就好。这个我们就不要因为有什么意识形态再去更改那个，只要正确，对国家的安全有帮助，不管是什么信条，不管是什么训勉，照您讲的非常正确的，我们就要坚持这样下去哈。是。再来，我想请教局长，就是说我们特种勤务条例保护的对象包括哪些？前总统、副总统都是在范围之内嘛？是。好，那包括我们李登辉前总统、陈水扁前总统、马英九前总统，我们国安局是否目前都仍有派员在保护？我们都有按规定来做这样的一个保护安危的对象的一个工作。我们陈水扁总统也还是有在保护着。陈水扁总统没有，从民国99年那个11月11号开始就没有了。其实哈，前一段时间发生那个什么面包师傅的那些事情哈，其实局长也可以建议一下总统了，是不是他有这个权利嘛？就是比较特别的，我们也不希望说再发生那样的事情哈，是不是也可以给派人去保护他一下了，省得一些那些事情这样产生，对大家都不好嘛哈。那个还有就是说，我们马总统啊，11月15号到18号要到马来西亚嘛，回来以后，他还11月20还要参加这个亚洲领袖论坛，预定23号回国嘛。当然现在有一些声音说马总统可能，有的人要求要限制出境，有的要求禁管，有的甚至于说出了国以后可能会滞留不回。但是我是认为说，马总统既然经过我们总统府、国安会、国安局等等的讨论、考虑、核准了给他，应该如果说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国安局在那个会议场合应该也会提出说有这些疑虑嘛。我的意思就是说，到当初大家都没有提出这些疑虑，也给马总统准他出去的。应该不会说有滞留不归的这个疑虑吧？不会。所以说，政论节目也好，一些媒体也好，这讲的，好像，就不太正确的了哈。是。好，局长，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就是说哈，菲律宾总统的那个向大陆靠拢啦，这跟美国批评美国那些，等等啊。就是我们担心的，就是说我们在南海主权的伸张啊，会有所影响，啊，那在南海这边，太平岛大家也知道是我们的主权，是在我们的。你在 Google 的图上，
我们有装了一些新的装备，国防部也表明要加强运补的次数等等。我们在南海的议题上，我们就要积极的有所作为。其实登太平岛先是主权，也是一种方式；加强军事的设施怎样，也是一种方式。那我现在讲的主要就是说，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在105年的时候有建议说，中油公司到太平岛的周边100海里的海域取得这个采矿权，另类的去宣示我们太平岛的主权。但是他的那个矿业法里面有规定，他只可以展延一次，他已经展延一次了，展延一次是到民国106年4月14号就到期。所以我在这个会期有提修这个矿业法，就是有关在海上面的这个可以再给中油公司再去申请，不管中油公司有没有实际的去探采。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修这个法，主席对不起，我再一分钟就好。我要去修这个法，取得中油公司可以在106年到期以后，因为它规定展延一次，它已经不能再展延了。没有修这个法的话，是不能再展延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朝野两党都要重视我提的这个法案，让它这个矿业法能够修过以后，中油公司可以继续在明年以后还取得我们太平岛周边100海里的这个采矿权，是一种行政部门跟我们立法部门大家通力合作捍卫我们太平岛主权的一种方式。所以希望我们机长有在国安会议上面也可以跟有机会也可以跟我们的领导阶层反映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建议，也是一种捍卫我们太平岛主权的一种方式。是，谢谢委员的关心。好，谢谢，谢谢主席。等一下，在李顺林委员咨询完毕之后，我们休息10分钟。现在请马文俊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局长，请彭局长。委员好，局长好。因为刚刚上任，刚刚听到有很多委员关切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可能需要再做内部的一些整合。不过就刚刚也有提到的哈，在媒体的报道里面，其实像影子前客公布的那个 NSA 渗透的名单，有看到国安局疑似骇入台湾政府的网络。刚刚好像我们局里面回复是没有这个事情，是不是？是，报委员，我是不是能请我们业管做个答复？因为美国国安局其实这一项工作是公开的秘密啊，他对全世界其实大概都做类似的这样的工作。所以刚刚我听到的是，我想要知道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一项报道相关的情资我们的掌握是如何，然后我们要是不是本来就知道，还是我们有什么样因应的方式？包委员，我是不是请我们业管回答？好，谢谢。包委员，简单回答好不好？是这一份情资事实上他公告的资料。跟涉及我们国内的 IP 大概16组，那大部分是大学方面的 IP 哈，那这16个 IP 大概是所谓的大概时间大概是公元2000年到2010年10年期间啊，那这只16组 IP 事实上透过我们的一个联系协调哈，治安处已经去查证过了，因为时间过于久远，所以不是有了 IP 就停用，有的已经更换主机或者是更新系统，事实上是查无实证，所以我们很难从这个数据里面去研判这是不是事实。不过就上一次包括我们在反恐的名单，就是在那个恐怖攻击的名单之内，还有这一次其实大概都是年代久远，可是我们比较关切的是
因为美国一直都有在做这样的工作。那目前为止，因为你刚刚说的是年代久远的部分，那是有暴露出来的。那以目前的状况，我们掌握的情资又如何？我们要怎么样因应这样的做法？因为过去这么久以前，大家都可以做到。我相信以现在的技术，以现在他们要掌握的这样这一方面，还有要骇入的这样的能力，我相信都与日俱增。也不会太困难。如果有这样的状况，我们怎么做？因为就上一次在国防委员会的时候，在讨论第四军种预算的时候，事实上他们通知次长是有说明台湾是有遭受国际骇客攻击，甚至连一般人的电话其实都是有被掌握或窃听的。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国安局又是做如何的处置或因应？我们要知道的是现阶段的。跟委员报告，因为骇客的攻击它通常会透过很多中继站来攻击，所以事实上反查它有一定的难度，它必须跟很多电信业者甚至跨境跨国去协调，所以要查到确切的攻击来源它有一定困难。那我们政府机关事实上在行政院智通安全汇报里面的主导下，事实上已经建构了政府机关的一个联防体系还有通报机制。那目前今年8月1号治安处成立以后，事实上这个力度还在加强，所以目前以政府机关来讲，它的一个通报跟掌握度是比以前更好。另外呢，目前我们也配合在定期会做一些所以我们不是太担心这一部分，就是包围网络攻防是与时俱进、嗯、它是滚动式的，我们不是不担心，我们会密注。那针对我们局里的角色是驻收这种网安预警情资，然后提供政府部门来做决策参考。因为事实上啊，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我们政府的网站上面，老实说有什么机敏的资料吗？那其实国防部本身它也是实体隔离，它事实上它是有效隔离的，要骇入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掌握更多的资讯或因应，其实是我相信国安局在这一方面应该也是与时俱进，刚刚提到的。不过就有些部分是可以探讨的，就是说在整个台湾公务部门的部分，除了国防部所属的单位以外，其实大部分包括我们外交部，我们所有的保密装置都是中科院负责研发，然后是由国安局审核的，对不对？是的。那像就这个部分呢，因为其实像我们外交单位或者什么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政策决策的单位等等，因为过去中科院它在还未法人化之前，其实它是隶属于国防部。那现在法人化以后，有时候像他们在我们有一些委托他们研发或者产制的部分，还有后续的维护管理，其实他都是可能也是找外聘的人员。像他这一次有些流出去的资料，可能在美国国安局里面，其实他有些认定是里面的人泄露出去的。那就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加强一些像我们对于保密修正保密制度的规定？因为他整个他的中科院他的角色已经转换了，那对这一部分会不会有所疑虑？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样修正它的保密规定？或者国安局应该有复式的防堵泄密的一个方案有没有？保密手机的使用啊，我们都要求。它不止保密手机，我们有很多的保密器，包括我们国防重要我们国防部里面很多非常重要的武器系统，其实也都是由中科院他们来研发产制的。那就这一部分保密器，因为到最后还是由我们国安局来审核啦。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因为他现在法人化了嘛，你未来的人才的来源已经不像过去一样，也许要有更严谨的一个规定跟方法。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什么样的做法吗？鲍委员，是不是请我们业管做补充？好，就简单好不好？已经知道的就不用再重复。好，慢讲，我简单讲哈。我们现在的确有一些新的加强精进的做法，我举个重点例子来做说明好了。我们现在有要求中科院保密装备的研制人员，还有未来参与保密装备这些机敏资讯的产制有可能接触的人员，都要接受所谓的安全移测，由侦战局啊支援来办理，现在已经做了。
他除了就这个部分，他就在人安管控上有加强。人安管控的部分，那他如果因为其实像我们知道最近其实中科院他已经在一直在招聘很多的人进来。那现在他负责的部分其实也比较机敏性的，所以如果说在人安的部分可以加强，我们当然是希望做得更好。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呢，因为保密器过去其实有很多的研发，那大概国安局大概也要做最后的背书啦。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还是可以确保一些安全，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复式的一个审核的一个动作，可能会更好。因为除了人安以外，你在因为像最近也发现，有时候你在来之前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在过程当中或者在之后发生了问题，或者一些资讯的泄露等等啊，这个可能也是会造成一些安全上的疑虑。那这个部分也希望可以加强。另外在这里也要请教局长哈，其实就我们蔡政府上台以后，我们在几次的重大的国际事件的情报的收集，事实上跟事后的反应好像是有很大的落差，包括我们南海，包括有很多其他可能一些相关最近外交上面的一些问题，都有显示这样的一个方向哈，就是说有这样感觉起来好像是不及格啦，就我们的情报的收集等等。那就这个部分，局长上台以后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向或者做法？基本上我是希望在我们整个这个情报收集的这个国安团队的在情报收集上面，能够加强整合，然后使我们的这个情资收集啊能够更完整。然后呢，我希望在在这个情战跟情研的部分呢，能够利用科技的一些方式啊来补强。局长，这个可能跟科技比较没有直接太大的关联，因为现在我们的处境，因为两岸现在大概到达冰点，我们所有的阻力跟压力，还有现在目前严峻的可能我们所有的处境来自于对岸。那这一部分如果没有改善的话，我相信未来其实也不要情报收集，我们大家都可以猜得到，比如说在外交上面，比如说在很多我们国际组织的参与等等，其实我们几乎都是面临到没有完全被阻隔的一个状态。我们要的是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因为刚刚局长也回复了其他委员的关切，就是说可能现在还是斗而不破，可是这个状况可以维持多久？未来我们面临的外交的困境可能越来越困难，局长要怎么样在这个部分，就我们权力高层他在可也许在意识形态或者一个政策的推动上面，与我们的情报收集如果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局长或者我们局里面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来提供我们更好的专业的意见，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因为我们不能一直等啊，所有的每次发函回来，哎，这个不能参加，那个不能参加。未来我们的邦交国或者未来我们的外交困境只会越来越困难。那这个部分，我们总是情报收集了以后要怎么改善，或者可以怎么解决？我们国安局有义务，然后也应该要用专业的意见去提供给高层，不是吗？是的。那局长要怎么做？刚刚委员所关心的有关科技的部分呢，那这个科技是支援情战工作的，那我们会结合我们的大数据的分析啊，来拓展我们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的成效。局长，我刚刚有强调哈，其实不是科技啊，现在其实不用利用科技，我们都可以猜得到结果。那我们更希望局长上台以后，虽然时间还很短，可是在这段期间里面，我相信您也关切过我们相关的很多的国际的政策，还有我们台湾的发展，还有两岸目前现阶段的关系等等。其实它牵动台湾的整体的可能我们在其他世界上的一个发展等等。我们希望国安局是提供更好的，你掌握情报没有用，你的情报是不是可以适时的提供专业意见，让
我们的权力高层去做更正确的决策，或者对台湾的利益更好的决策才是我们要的。我就说我刚刚举的南海的议题其实是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落差跟疏失。我们当初都认为没有问题，可是出来的结果跟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现在已经全民都可以看得到，也不需要透过科技，大家都知道我们越来越困难。这一部分要请国安局可以继续讲。谢谢委员的鼓励。请吕顺利委员。谢谢主席，有请我们彭局长。请彭局长。委员好。局长早安。首先要先恭喜你来担任我们国安局的局长。那我想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呢非常的动荡不安，那还有就是对岸中国的这些动作非常的频繁，所以我想你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也感谢你接下了这个重责大任来保护我们这个国家安全的部分。那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就教一些就一些国安还有国际情势的问题来请教局长。那首先的部分，这个部分是说，我们在外交战场上面，其实中国对于我们的打压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那他们的网军呢，也常常以我们的政府机关作为目标。那今年外交部也编列了预算，要来配合国安局来执行驻外管处的资通安全查核以及建制资安防护。所以具体的来说，我想请问局长，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国安局会怎么样来协助驻外管处来加强资安的防护呢？是，谢谢委员的关心。委员所问的问题啊，外管的资安防护啊，基本上是由外管来主要负起责任来的，由外交部啊来督导外管来执行的。那我们呢，根据外交部所发现的一些治安状况，那他会要求我们配合，那我们就会去协助处理一些治安的问题。所以你们站在这个资通安全查核以及这个防护的措施上面，你们是扮演着协助外交部的一个角色吗？是，协助跟配合。协助跟配合，好。那再来就是就国内的这个关键的基础设施，例如说交通、电力等等的这些民生以及政府运作的这个基础措施，那我们这个国安局如何来协助国内的各单位来因应这个防范骇客的攻击呢？那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美国呢过去也常常会就是会担心说受到这个敌对国家的骇客入侵，然后来瘫痪他们的设施。所以说，我想请问局长，在这个部分，我们台湾要怎么样来尽速强化防护这个部分？我们会配合行政院跟相关的部会啊，来进行治安的联防。那来协助我们的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啊能够强化，所以我们国安局在这个部分也是做配合吗？我们跟行政院配合跟协助，跟相关部会进行治安联防，来一起来做治安联防。好，那在接下来我想请教局长的是，在我们这个会期，就是10月27号的时候，外交部有在立法院的业务报告的里面有提到说，调整外交资源来做最有力的运作。那这个项目里面，其实他有提到说，依据不同时期外交政策的重点呢，来适时的检讨资源配置，来调整整体外管的布置，来发挥最大的外交战力。检讨我既有驻外管处设置，亦为我政府一贯性做法。那本部及层次多次检讨成本效益以及资源配置，进行外管整并及增设。那自民国91年至今，已经对外增设了14管处和裁减了13个管处。那因为我们这个裁撤管处这个议题呢，在最近外交部这个是非常的讨论非常的热烈，那所以这个议题其实也造成了外界的误解还有这个批判。所以我想请教局长，在这个外交在这个驻外管处裁撤这个部分，局长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我们会
检讨这个目前跟外交部之间的驻外馆的状况。那基本上哈，我们是比较着重在国家情报合作功能比较强的点，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情收价值啊比较高的地方啊，作为我们主要部署的这个地点。那这我们会配合外交部它这个三检驻外的一个情况，我们作为一个适当的调整来应应我们的情资需求。那能不能够请局长再做一个说明，就是说您刚刚说有一些地方会做一个加强收集情资的部分，嗯哼，就是有哪些地方是我们的重点区域呢？这个我们不方便在这边说，是不是可以我们会后向委员做报告。那请局长在这部分在会后再跟我做个说明。那局长，我想要表达的是，就是我们外交呢是基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来做考量，那外馆的增加和减少都是必须要配合着国家的预算资源的配置。那我们可以从过去2007年到现在2016年这近10年当中呢，我们国家外馆的减少有因为断交以及减并还有停止运作的状况来做一个裁撤，来做一个调整。那这个9个馆处它有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来做裁撤整并呢，也是在这个10年当中，其实也跨了两个总统，这个横跨了陈水扁总统以及马英九总统时代。那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外交部对于这个外馆的规划，一定是有一定的整体考量。那但是我们在这10年当中，其实也新增了8处外馆。那在这个外馆的数目上面有增有减，那我认为说，我们国家在遭受到这个中共的强力打压之下呢，更应该要善用这个有限的资源，然后来做一个更灵活的运用。那我想就是请局长，这个国安局这部分呢，也要和我们外交部一起来做努力。那我想局长呢，你肩负了这个国家整体的安全重责大任，所以我希望说，局长你在这个外交领域上面也要一起和外交部做个努力。委员的关心，我们会持续的加强跟外交部之间的合作。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就是说，有关于我们即将要到秘鲁去参加 APEC 的领袖会议，那就我们国安局所掌握的资讯呢，我们中国目前对于总统所指派的特使宋主席，他们的态度以及立场是什么？那我们中国有没有可能在会议的时候来做一些动作，来矮化甚至是打压我们国家的参与？那国安局目前对于这个特使的维安工作准备的如何？据我们的了解对于宋领袖代表这次出席 APEC 会议中共方面他会采取的一个方式是不阻挠、不接触跟不交谈。所以宋领袖代表有任何跟他接触的机会是不太大的跟习近平会有接触的机会是不太大的。所以你觉得这次的会谈是不太可能的。好，那我想这次参加这 APEC 对于我们台湾是非常的，就是总统是非常的重视，所以我希望说这个相关的情资还有维安都要请局长再多多的费心，然后也要掌握全面的资讯。那再来就是我想就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来就教局长还有警政署副署长。那过去呢，我们以这个观察员的角色来参与国际刑警组织，那非常可惜的就是我们今年没有办法去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运作。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哪些情资？那现在呢，我们没有办法参与，对我们的影响为何？鲍主席是不是鲍委员是不是请那个行政回答？委员好。那个我们国家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席次在民国73年的时候就被中国大陆所取代，但是我们跟国际刑警组织的会员国还是持续有一些联系。对，那是经由日本的东京台在做情报上面的传递跟联系。那以往是用传真，但是2003年之后改用电子通讯之后它有所谓的全球通讯系统，
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所以目前我们还是由东京方面去，但是这个情资的来源跟查证的回复效果不是很理想。嗯，所以我们副署长稍等一下，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所以我们过去在参加上面其实是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是透过日本这个平台来做这个情资的交换吗？ 对，但是实际上面我们跟其他的国家，因为我们在各国也有派联络官，跟他们的实务单位也有接触。那另外在情报联系方面，像国安局、国土办也有协助，所以联系方面啊，应该我们要取的方面，虽然国际刑警组织这块比较困难，但是其他的管道还是可以接触畅通。所以说，我们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在资讯上面的流通上面是有一些阻碍，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其他的管道来做一个交流、资讯的交换嘛。是的。好，因为我们明年其实要举办的这个世大运，我们台湾其实会涌入了成千上万的这个旅客和选手，所以我希望说在这个安全部分呢，这个国安局还有这个警政署一定要做好这个维护安全的一个加强的动作。谢谢委员的关心，我们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做着手。好，谢谢，谢谢局长，谢谢副署长。好，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我们继续询答，请陈怡杰、陈怡杰委员不在，请黄伟哲。主席、各位同仁、公安局彭局长以及海巡署我们胡副哈以及各位长官，请局长，请彭局长。彭局长。局长，你好。委员好。简单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当然明天美国总统就要大选了，大家都很关注了。不过我想提的是，这一次，美国总统的选举，他的选情会变得这么样的焦灼，有几个原因。男的候选人常常在性别问题、种族问题在做文章。女的候选人呢，常常在什么，在这个自己过去公职服务里面的资安问题被人家做文章。那么我想提到一个问题了哈，这个希拉蕊他的一个电邮门，也就是说他在服务公职，尤其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他对于这个电邮的使用，好轻率，而且把这个私人的个人的电邮继续使用，而借着这个使用，包括他的团队哦，造成很多国安的危机。我想问的是，这个国安危机可不可能发生在我们？国安局有没有做一些这个预防或是说防范的措施？也就是说，行政院虽然有资讯这个治安办，可是问题整个最大的这个治安的能量，好，是在国安局的。好，行政院过去有什么反恐办？可是反恐办整个反恐最重要的工作是落实在国安局的。行政院有资讯安全办公室，可是整个国家的，尤其政府体系，尤其军方的体系也好，或是这个政府如常运作的体系，好，最重要的这个资讯安全也是落实在国安局。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连美国这么大的国家，他的国务卿，因为使用电邮不当，都会被人家入侵。那危机解密整天好在公布他的私人电邮跟谁讲了什么话，他的竞选团队的竞选总干事跟人家讲了什么话。我想这部分因见未远，我们怎么防范的？请说。委员关心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本局的一般公务的这个电邮信箱主机啊，由本局来自行的维管，私人的电子邮件信箱不得传递公务资料，而且设有治安防护系统来跟来做侦测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不是说哈，你进入机敏单位服务或进入政府中高阶的这个政府的文官就不能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有自己的社交，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经由私人的电邮的使用啊，常常会泄露很多不经意的你的行踪，你的对很多事情的想法，你对很多人的看法是哦。譬如说啊，你对你的长官或对别的你的同僚哦，有什么看法？这个言谈中不经意就会泄露出这个安全上的机密嘛，哈、哦，是不见得谈论公务哦。像这次希拉蕊跟他的这个竞选总干事。哦，说什么可以招待去台湾去玩，哦，怎么样可以免费去招？说还可以这个揪团说，哎，你想不想去台湾免费接受招待啊？就在里面暴露了。按理说这个东西是谈私事吧，不是谈公务吧？可是呢，就泄露很多外交上的，甚至于这个许多机要敏感的讯息。那你怎么样子防范？防不胜防。那我们这就是在规范上面是要求的非常明确，在私人的邮电上面是不能谈论任何公务的事情。不，他讲去台湾玩也不是公务啊，免费招待也不是公务啊，是。但泄露了我们的外交上的作为，如果真的是有的话，那这个部分你怎么样子防范呢、啊？这个我你说如果在私人电邮谈说啊，国安局怎么样说啊，这样这个是不应该，没错哦，但是。透露他的私事怎么样去谈，会
避免泄露公务上或机要敏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保防的作为上面，每个人要加强保防的警觉，来自律，来要，那我们同时会经过我们的规定。对啦，你们要有一个怎么样的跟内部的同仁的沟通，好，怎么样子去能够这个把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心防吧，好，做好。对吧？我们会加强。要不然，希拉瑞，你说美国这个国家够不够大？它的安全体系够不够强？它的科技够不够进步？答案都是肯定的、啊。但是它的这个过去，这个他们的国安局哈 ，NSA 这个怎么样子去被泄露？被雇员有个漏洞去把那个download下来，然后造成危机解密，造成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这姑且不论，因为它那个是公务电脑呗。这个泄露的，但希拉蕊的电邮门呐、啊，是私人的事情。好、哦，他谈论公务的部分被人家危机解密，这个盗用，这是不应该的。哈、哦，他本来就不应该使用那个电邮来谈论公务，而且密情局跟他讲了，他也不听。哦，那可是问题是，连他的竞选团队里面的私人的竞选的选物或是私人的东西，纠团来台湾这个东西都被。这个泄露出来，那我觉得这部分就影响牵连更广了，是不是？是，所以我希望你们要拿出具体的作为，可不可以？是。第二个，这个都说了，这个我们这个政府部门是骇客哈、哦，这个攻击的一个很多的重要的标的，好、哦，连说要把府院列入 A 级防护，什么叫 A 级防护？啊，治安叫什么 A 级防护？那国安算不算 A 级防护？国安局算不算 A 级防护？国防部算不算 A 级防护？这个标准是什么？你们的这个想法是如何？政府重要部会哈，我们政府的重要部会啊，大概有120多个机关都算是120多个机关都算是最重要 A 级防护。A 级防护是定义是什么 ？B 级防护定义是什么？嗯，鲍委员，我能不能请我们叶管来做答复？请。鲍委员，那个针对 A 级、B 级、C 级哦，在行政院治安办，它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好，您说给我们的长见闻一点，长知识哈。A 级机关来讲，它要求的治安的防御哈、哦、强度要更高。那举个例子说，他每年呢要2次的内部稽核、那有1次的演练、另外呢治安的人员呢需要有证照、对，那等等这些都是要强化对这个组织的安全。B 级的话，它的就是在这量度的指标里面、哦、比较低，强度比较低一点，是，所以2次变1次，1次变半次这样子，是，啊还半次嘞，没有。鲍委员，就是说他的衡量等于防范。那 C 级呢 ？C 级呢？鲍委员，这个 C 级的部分哦，就一般的防护是。好，我告诉您啊，这部分都治安办的，他们弄出来了，可能不见得有用了。你们一定要比治安办做得更透彻、更彻底，这可以吧？可以。哈，毕竟这个国家都这个整个治安的这个最高规格跟整个最强的部分就在你们。你看今天很多不管是媒体或者什么，大家都对于你们七处很有意见，好、哦、不很有兴趣了，好、哦。但是问题是这个部分却是最机要敏感的。那但是你们要拿出具体的东西，很多成果是不能建筑于媒体报端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必须要让，就是说从最后，譬如说这个中国或是。这个其他的国家每天对我们的这个政府的网站的这治安攻击、哦、那一直没有，我们都不会有一些机要敏感的情报外泄，这就成果不见得会被刊载出来，但是大家就我们就会你们就会知道嘛，对不对？好，另外一个问题提到了，说川普，美国的川普说菲律宾的杜特地，说外国欧洲欧美的一些国家都有一些右派的、哦、有一些族群主义的、哦、或是有一些非常极端保守反移民的政权开始确立，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哦、不敢说是潮流了，但是有一个接一个的
这种状况出现，好、哦，这个对于我们会产生一些影响。你像一个杜特地，菲律宾不算是挺大的国家吧？虽然人口比我们多，但是就造对南海的整个军事会造成均衡的情势哈、哦，南海情势会造成很多微这个很微妙的变化，好、哦，那影响了美国的布局，当然影响了我们。这个部分，国安局会不会拟妥因应的措施？对于菲国在南海，不，我举例啦，我不是说讲菲律宾啦，我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整个国际上好几个政权都这样子，我们会不会需不需要国家安全局会不会提供给国家安全会议一个将来怎么样因应拟妥怎么样好的一个措施，好不好？给你一个建议啦，会是好、哦、是 OK， 谢谢局长，谢谢委员。请孔文吉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彭局长。请彭局长。委员好。这个局长你好，刚刚听您对许多委员的答询啊，我觉得你内敛、哦、是沉稳谨慎、哦、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哦、觉得国安局长、啊、应当是这种让人家望而生畏、啊、让人家这个摸不到底深不可测，这是我对您的观察了、哦、不敢当。当然我今天也大概用比较谨慎内敛的这个方式来这个请教你几个问题了哈。当国家安全包括国家的这个主权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跟社会安全，您觉得对台湾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是哪一个国家？当然是中共。对，中国是长期以来对我国的不管是国家安全中的经济安全、社会的安全都是无时无刻充满了危机，充满了威胁，所以我们建军、国家安全局的存在、调查局的存在、三局的存在，都是为了防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威胁，对我国家安全的威胁，对不对？对。好，五二零之后，他们对台政策有很大的变化，包括从政治上，他加大这个施压，在一个中国框架，一定要逼着新政府承认九二共识。在经济战略上面，他用穷台的做法压低降低你的这个优惠措施，达到穷台的目的。在社会交流部分呢、啊、他是三中一清进行血腥统战的作为。是在国际安全上面，他用一中的框架，用他的这个国家资源，用他的国家战略洪荒之力去围堵台湾的这个国际生存空间，这些都是既存的事实，这些对台湾的国家安全都形成压力。您觉得到目前为止，从五二零到现在，这些压力对台湾国家安全的压力，是不是还会不会可能再升高？还是它只是到一个压力的终点，或者直到七成八成，未来可不可能再升高？我们不排除它有持续施压的这种可能性跟做法。持续施压就是比现在会有高强度的压力，有没有可能用武力的恫吓作为升压加压的一个手段？现阶段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会做这么强烈的动作。未来会不会不排除？因为你要升压，除了你要增加压力，除了从经济、政治、社会、国际上，那他能够直接动用武力威胁，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一点，有没有可能？我们对于未来的事情要看态势的发展。那我们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性。所以，针对本席刚所说的政治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社会上的压力、国际上的压力，这些都是非操之在我，都是老共对台的政策作为。那我们有没有具体的因应方案？怎么样去减少这些压力？怎么样去降低这些压力对我国主权、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伤害？我们有没有全盘的战略思考？
我们现在观察到的，中共对台啊，它还是希望能够走向一个和平发展的路线，但是对于台的这种武力议题啊，我们会加强的来做一个收集跟警惕。就比方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台风扑向台湾而来，那难免一定会对台湾造成一些伤害。我们有没有具体的防应的措施作为，让这些伤害来降低？这些伤害已经造成了嘛？从经济面、从社会交流面、从国际主权都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未来它如果持续在加压，那我们的到底有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防护的机制？向委员报告，我们是有一些作为，比如说我们在经济方面能够希望能够强化我们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比如说新南向政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经济导向一个比较局长，这个我了解，因为国安局的主要业务是统筹国家这个情报资讯，提供给高层做决策嘛，哈。很多事情不是你单方面可以做思考或决策的。你刚刚提到这个新南向政策，新南向政策视为新政府的国家的这个经贸战略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当然，它会这个中国会利用很多的这个，比方说跟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来打压我们的这个新南向政策。到目前为止，你们情报收集里面有没有针对我们东协国家对新南向政策有一定的反制作为？有的。有的，那详细的状况是不是我们如果委员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私底下再讨论，再向您讨报告。好，另外讲到这个东南亚情势的变化哈，当然第一个讲到南韩嘛哈，南韩它美韩之间，当然它这个萨德这个飞弹防御系统的建制，那当然这个部分已经势在必行，但是南韩要面对到国内的政局的纷扰啊，他们的南韩总统。这个可能他的政权岌岌可危啊，要面临到北韩的这些这个导弹核武的威胁，所以美韩之间的这个战略联系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然后呢，美菲在东南亚，美菲的战略联系、战略合作是过去美国亚太在平衡的一个重要支点，美韩是一个重要支点。那现在两个支点同时松垮了，同时松垮了，现在只靠美日安保。那这样情形之下，美台之间，台湾在美国在亚太在平的战略地位有没有因此而提高？有，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场域，在现在这个环境中获取我们战略利益？如果委员问的是台湾在整个战略的地位的话，那我们台湾本身是站在第一岛链的战略地位，这件事情是不用质疑的。我刚刚是说两个变数嘛，美韩跟美菲嘛，是那美韩美菲弱化他们的联系之后，会不会台湾因此这重要性就凸显了？我们不排除，这样的一个应该主动去争取战略利益，不是不排除了哈。是，然后这个当然，希拉里如果当选，某种程度啊，他会不会继续执行亚太再平衡，或者他会执行 TPP 的这个经贸战略？这部分您的看法怎么样？我认为他会的，他会持续的去执行奥巴马的亚太战略，对，他会强化他的他会支持，而且继续亚太再平衡，某种程度会再修正，但是他不会说废止或者完全废弃。这个案子，我觉得他那川普有可能是吧？川普有可能，我们不对他不确定，但是我们认为希拉蕊会继续这件事情。好，好，最后一点时间呢、啊，我请教一下这个。移民署的署长，这个局长先请。移民署的署长，今天没人叫过哦。今天移民署局长，你先请回。局长，你先请回。谢谢。署长，那个日本工商会哈，他当然对国家的一些经贸战略，他有提供一些建言哈，其中有一个他的意见跟你们的业务比较有相关。他说啊，台湾的法规是独断的哈，说持日本护照效期必须三个月以上，否则不得入境台湾，但是却没有一体适用于其他的国家，比如说美国。
美国如果他的效期在三个月以下，他依然可以入境，是不是有这个事情？跟委员报告有这个，因为是那为什么会没有办法一体适用？不是，原则上都是要六个月以上，因为我们跟日本有签协议说三个月以上就可以，跟美国签协议说主要护照有效就可以，这是两国有签协议的，是因为协议的关系。那为什么同样是美同样是我国重要的这个盟邦，为什么你要有这个三个月跟只要有护照就可以的差别？不是，世界各国都有一个通例，护照要有六个月以上才能够入境这个部分啊，有签协议的就依照协议的规定。如果今天日本跟我们签协议是签主要有效就可以进来，那我们台湾人到日本一样，跟日本签的协议内容是什么？是三个月啊，台湾人三个月以内也可以进去吗？对对，日本的说法是说台湾只要有护照就可以哦。规定协议就是这样写的 啊你的协议，你的协议你应该这个很清楚啊，他的告状就是说我们日本人让你可以持护照免效期规定就可以入境，那你台湾针对日本护照还要三个月，就变成不对等了。我们再查一下啊，你还要再查？应该的呀，今天要盖啊。我们了解的是三个月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啊，他说啊，台湾的法规是独断的法规，让外国投资者、让外国民众无所适从，而且没有办法一体适用差别待遇，所以国家那个我外国友邦怎么会对你的这个行政权有信心呢？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要加强对法规的检视的哈，不要避免这种差别待遇的情况再发生了。好，好。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请王玉敏委员不在，请郑天才委员不在，请廖国栋委员不在，请吴志阳委员不在，请卢秀燕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不在，请陈明文委员。好，主席，我们请局长。请彭局长。委员好。好，局长，我想您刚刚上任13天嘛，哈。那根据媒体这个之前的报道说，我们国安局长的人事还没有确定之前，我们整个国安局的这个士气都相当低落。所以你现在这个上任了，那你有没有好好的提升整个我们国安局的士气了？谢谢委员的关心。经过我上任这13天，跟同仁们交谈，了解他们的士气都是非常的激昂的。激昂吗？是。确定吗？是。是你来之后才激昂，还是你来之前就已经很激昂了？我刚刚跟委员报告，就是我来了以后跟他们所谈的，我感觉到的是他们的士气是激昂起来的。我听说哈，这一段期间，因为我们人事没有办法确定哈，整个人事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安局的士气相当低落哈，尤其比较明显的就是南海仲裁的结果出来以后哈，竟然哈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的，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了。我想这一点应该你也很清楚了哈。但是从我侧面了解到哈，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情报网的一些部件，现在都已经被瓦解了。听说你来了以后要好好的重新来做这个建构，有没有这回事？在这一方面我们会重新检讨。好了，我想这在这里哈，算是一个国会的一个。这个执行场合我也不便进一步去问你，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见我们国安局确实在士气上是相当低落的，这一点我要特别利用今天这个机会，那么好好的哈啊去激励你啊，我们希望我们要来好好的来激励我们的这个国安局的一个同仁的士气哈，那么尤其是绩效跟这个纪律部分哈，我想应该好，你来一定会好好建立一个制度了哈。那
我要在这里哈，我要特别提到的哈，就是说，十月一号的鸿溪会以后，那十月一号鸿溪会外界对于这个两岸的关系的一个后续的发展哈，有两个诠释了哈。第一个当然大家认为啊，这一次的习近平哈讲的话哈，好像也不是很硬哈，所以一般都会认为大概相对的会。两岸会趋向比较稳定的一个急速来发展，但是也有人认为就是后续的这个发展上可能中共还是会持续对新政府还是会进一步的一个有施压的一个动作，不知道您的解读如何，你是不是能够在这里简单跟我们说明一下。从这次的鸿溪会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国方面对我们官方的接触是绝对的在打压，而且是排挤的。那么他现在强调的是希望走民间交流的方式来持续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所以你的认为后续的两岸交流会比较缓和，还是会持续像过去所谓的？冷和平慢慢的变成冷对抗，会不会是这样子呢？你的判断？最主要是要看他对我们政府的反应，他自己他的觉得，如果说没有达到他的这种预期的一个期待，那么他对我们的这种还是会持续，还是会持续下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承认一中这个原则的九二共识，他还是会持续给我们。施压，你的意思还是这样子？没有看到这个有缓和的那种迹象，你的认为是这样子吗？在做法上面，我们看到的是他比较坚持在官方上面的官司上面的一个。我希望我们这个两岸的关系，希望国安局还是能够出细去做掌握了哈。那另外，我要在这里，我要特别要提出来哈，就事实上我们现行的两岸交流。事实上，在政策应该做一个检讨哈，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这种两岸交流，现在好像是这个中共这方面算是单方面的采取政策性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两办啦、两会啦，包括我们一些政府的外围的驻库啦哈，还有我们地方的县市啦，还是或者是我们的公主啦哈。都没有办法到中国去做所谓的交流，我想这是一个单方面的，但是相对的，好像他们的人要到台湾来，我们没有受限哦，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没有错吧？现阶段是这样子嘛？没有错吧？那我要问局长，你认为有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也要来好好的来检讨一下，譬如有很多的这个中共的一些。所谓涉台的一些学者专家，他们所发言的基本上是对我们台湾是极不友善的哦。我想应该这些人应该你有掌握名单嘛？有没有？有没有？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还是透过这个我们的台湾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单位，他还是邀请他们到台湾来，到处还是在台湾拍拍照。我是觉得了哈。像类似这种事情，这个是不是有一种对台湾跟中国有一种不对等了、啊、就是说我们去他是受限，他们来我们好像是双手欢迎他，不管他们对我们友善或者是不友善的人都来，我们好像都没有这个好好的来做一个审查哈。所以我在这里哈，我想建议这个局长，我想我们内政部联审会哈。那么也有邀请我们国安局哈、哦、来的成员来参加哈、哦。那事实上，我是建议是我们以后对岸的人士来申请日台的一个这个标准哈、哦。事实上，我们应该做一个检讨哈。譬如说，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分级的制度，我们要建立一些观察名单，还有不受这个欢迎的名单。哦、我是觉得这样子才能够哈、哦、公平一点呐、啊。对等一点的哈，卖公南启东比赛哈啊，引来我安内心好像不受限哈。是，好，最后我想要在这里
请教这个局长哈，10月29号《自由时报》有一篇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它的标题叫做“台湾竟然有人来逐问”。哦，这一篇报道里面，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对岸涉台系统相当层次的官员，对一位从台湾去的人说，一些代表国民党中央来的人，不时的来质疑，是地问我们，问我们就是问中共啊，说今无戏言，哎，之前不是说这个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吗？怎么都一直没有地动山摇？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地动山摇？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这个报道内容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应该你会看到吧？你连都看都不看，你们有没有掌握？第二集有没有人来？好，这一篇报道，我们暂时哈不去进一步哈去追究到底是不是事实，但是我认为，我请教局长或者是第二集。你们认为啊，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有没有构成万犯罪？局长，有没有构成万犯罪？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有没有构成万犯罪了？有没有？报告委员，我能不能请我的业管就这一部分向您做报告？能不能请我？我现在问你们，你最起码你有一些法律的一个素养，你最起码你了解。如果是这是事实的话，你这人有没有构成万犯罪吧？有没有？有没有？国安局真的都没有去掌握这方面的情资吗？啊？报委员，我是不是能请我的业管能够向您做报告？啊？报委员，目前。整个这个有关共谍这一部分啊，因为军民的落差很大，也就是说军人的刑度是非常重，他可以到死刑、无期徒刑。但是大声一点，你这样讲我都听不懂。但是老百姓的这一部分啊，因为就只有国安法的那个所谓为敌人发展组织，那这一部分他法定刑是5年以下，所以就是军跟民的落差非常的大。那至于委员刚刚垂询的说共那个外患罪这一部分。目前刑法的规定是暂时才处罚外患罪，所以我们也希望也有给法务部做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他把外患罪的处罚扩大到平时也处罚。好，那第二集，你有没有掌握这一个信息？你们看到报纸也有没有请检察官主动去调查？有没有？跟委员报告哈，因为所谓地动山摇，它到底指的是法律上指的是哪一个部分？其实并不够明确啊。那外患罪跟所谓通谋敌国啊，我想这中间它有法律上的一些解释，可能不能够仅凭这几个字，我们就向检察官去报备立案。你认为这个地动山摇是很抽象的，是不是这样子？是啊。你认为这个习近平如果跟我们台湾？习近平跟我们台湾讲地动山摇，我们都不会怕，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啦？不是啊，所以你认为这位张姓测试去讲，为什么中共到今天为止不让台湾地动山摇这些话，基本上都没有构成犯罪的行为了哈？你们今天讲的答复都是这样子的哈？我只是告诉你们了哈，我只是告诉你们了哈，台湾竟然有这种败类，竟然有这种人。跑到对岸去，希望台湾能够地动山摇，这个赛事哦，我无法去想象，怎么台湾有出这种人？谢谢陈委员，时间到了。而且这种人，我相信你们都已经非常清楚，所谓国民党中央的所谓张姓测试，这大家都知道什么人。但我是觉得，身为国安这个系统的人员哦，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去好好的去掌握，那以后呢？这个人呢，他随时呢，还是会把台湾的资讯带到中国去，甚至于呢，
还是会请中国好好的给台湾恐吓施压。我是觉得哈，这个好，谢谢谢谢陈委员，很明显的一个外犯罪。我们是希望调查局、国安局哈，能够去好好的去面对、去掌握哈，我们是希望能够进行调查。谢谢委员。请徐永明，请徐永明，徐永明委员不在，请陈赖素美，陈赖素美委员不在，请徐贞卫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不在，请林俊宪委员不在，请萧美琴委员不在，请何新存委员不在，请张宏禄委员不在，请王惠美委员不在，请高金素美委员不在，请严宽恒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钟嘉宾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不在。今天登记的委员跟不在场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那本次会议的委员有陈廷飞委员提出书面的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请于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答复。那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部分，也请于相关单位以两周内提供。那后天是礼拜三，进行审查侨务委员会106年度的总预算，请各委员就侨委会预算提案于今天下午5点以前交议事人员会诊。现在休息。